魏县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同仁、县府各单位主管、各位议会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小姐、先生、女士，大家好。开始之前，先向大会报告，县府文化局长陈文彬因公务请假，由代理副局长林静文列席备询。今天的议程是县长施政报告，请魏县长上报告台向大会报告。谢议长啊，许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与会的人士，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新丰贵会第18届第5次定期会议开议，本人谨代表本府全体同仁，敬祝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身体健康，大会圆满，顺利成功。本次承办106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大会，感谢贵会议会全力的支持，各界共襄盛举及县府团队的努力，并以4月27日顺利圆满落幕。本次活动，本县获得22面的金牌、28面的银牌、41面的铜牌的佳绩，参与的人数啊达到15000多人，为历年最高。本府为了推动运动观光，特别举办具有全中印摸彩送好礼的活动，以鼓励全国的乡亲到彰化益友看赛事，一起为彰化的选手们啊加油。为了打造绿能的家园，县府团队积极接洽，已完成5万绿能产业合作的备忘录的签订。预估绿能的总投金额会超过上兆元，后续的绿能政策上将持续推动产业的升级，创造经济效益以及成果，与县民来共享。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透过县市的合作，共同争取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推动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台铁田中支线延伸到田中的高铁站，以及二水道集集线轨道基础建设的改善，3项的轨道运输建设计划。为了加速落实县辖内各项的交通建设，将持续向中央来争取经费的挹注，以达到便捷交通、繁荣经济的目标。本县观光资源多元，陆续争取中央补助，再造鹿港历史现场以及清水之声幸福东南角3年的计划，未来完成以后，可为本县观光的景点带来崭新的风貌。同时，本府积极辅导成立彰化县民宿协会，将不光举民宿评鉴中连续2年获得优良的佳绩，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的旅宿服务。未来县府团队将持续的努力，将彰化打造成健康又宜居的幸福家园。永续的农业发展是本县人民安心立命的根基，建立农业的农产品的检验查验机制，强化彰化健康猪肉的品牌，透过现代化设施的生产，推广农产品外销，提高产值竞争力，行销彰化优质的农业。本县发生鸡蛋受带药性污染情势，本府立即进行封存蛋品、鸡只移动管制及后续销毁的作业，确保市售的蛋品安全无虞，以维护消费者的食用安全。因应高龄社会的来临，本府配合中央推动长照2.0的政策，以达到一乡镇一长照90%的目标。透过在地的医疗健康服务，提供银发族在地照顾模式，为了守护健康，打造全国第一台肺功能筛检
筛检巡回车，以防治空气污染之危害。为了营造优质生活环境，园林市各沟排水多功能调节工程预计在今年年底会完工。彰化市污水下水道建设施工中，和美园林污水下水道系统今年会陆续来执行，打造彰化是一个干净的、环保的、节能的、进步的城市。本府推动廉洁、精实的效能政府，在公共工程导入奖优罚劣策略已发挥效果，带动整体公共工程品质的提升。为了创新为民服务上，使用牌照税自行征收、立即移动、及时通知及推广县府书院会书信陈述意见，提供民众便捷福利。接下来仅就施政的重点摘要工作进行报告。二、本府半年来重要县政执行情形及未来施政重点报告。一、振兴产业创新升级，我府已积极推动发展绿能产业。经济部评定全国36个优质离岸风场，彰化县占了21个，集中在我们彰化县的外海。去年10月，本府跟亚洲最大的绿能集团 Energy 旗下台湾树立公司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太阳能的绿电合作，签订合作备忘录 MOU， 预计投入新台币150亿元发展绿能。这是县府与外商共同推动绿能政策的第一步。加上世界上最大的离岸风场丹麦单能公司 Dawn Energy， 预计投资3500亿元，台电投资3300亿元，汕尾投资2100亿元，玉山能源公司跟加拿大的 MPI 投资1570亿元的离岸风力建设，总投资已经超过了1兆，缔造国内绿能投资空前的纪录，使彰化成为台湾绿能产业的重镇。二、国五二，振兴产业升级，营造科技创新园区。中科2020园区预计在今年2月13日，由中科管理局进行第二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审查。本府持续推动国内外的招商。二林精密机械园区去年9月完成二阶的环评发包作业。目前彰滨工业区第一期、第二期金属表面处理专区全部都已经售完。瓜湖山办理2016年国际参展计划及外资洽谈，落实产业升级，彰化走出去。瓜湖市落实商圈永续经营，创造县内观光的经济。瓜湖整合地方产业，发展多元行销动力。瓜湖六辅导未登记工厂合法经营，加速推动特定区计划。瓜湖七辅导设立观光工厂。瓜湖八强化劳工就业技能，并全力促进劳工就业面。瓜湖九在推动合作安全发展的尊严劳动政策面。二、便捷的交通路网方面，瓜湖一推动快速道路路网的建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彰化段预计在106年今年底会从完工通到芳苑，然后从芳苑在108年通到大城。西滨快速道路是号称第三条南北的高速公路，所以在108年会在我们彰化县完成以后，就变成全线来通车。国五二建构生活圈道路系统，我们正在积极来拓宽的路段是彰129线，还有台76线、埔心、
交流道至圆岭30米外环道北侧新建的新辟的工程，以及县道146线，还有县道152线，还有阳错仔溪啊堤岸道路第三标南岸工程，已在去年顺利来通车。国后山提升区域交通连结，我们要来建构3座的啊大肚溪的溪桥。啊，一个是县东路大肚溪溪桥，还有金马东路大肚溪的溪桥，以及彰南路的大肚溪的啊溪桥。四、轨道运输方面，啊，彰化市铁路高架，我们依初审的意见修正以后，本府在3月17号会诊台铁局的意见，再次转呈铁工局转交交通部来复审。二、台中捷运绿线延伸线。我们彰化县政府已经提报并纳入行政院前瞻基础建设计划，4月14日，总统来到我们彰化来宣布四项工程。三、双铁的共构，打造高铁彰化站串联台铁田中站，衔接台铁集集线，啊，已经纳入了行政院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国五、提升公共运输服务效能的部分，一。强化高铁彰化站连外的公共运输。二、推动公车动态资讯系统以及智慧型候车设施。三、规划全线区域干支线公车的路网。四、建置公车转运站。六、健全停车管理。七、路平专案，把全力达成交通零事故目标方面。三、在永续城乡观光价值面积极办理。一、圆岭火车站周边道路开辟拓宽计划，光复路拓宽及11-14计划道路新辟工程。二、积极招商，加速开发高铁彰化站特定区土地的招商。三、推动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的计划。四、办理宽裕亮点计划，清水之声幸福东南角。五、办理大型活动，促进观光发展。筹办2017年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推动鹿港夜间观光。行销彰化观光特色，积极参与国内外旅展，行销彰化观光特色。国五六幸福旅馆首选彰化。四、乐活农村安全农业国五一稻心鸡蛋事件后处理的情形。本府在4月21号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中央各部会到3家疑似受污染的机场进行蛋品的封存以及机只移动的管制，并在4月26日复检1家机场，确定为稻心污染源，立即进行啊机品以及机只的销毁作业。二、办理梅巨台风农业天然灾害救助情形。三、行销在地食材，打造彰化品牌。四、推动彰化渔港的新建工程，啊，争取到15亿的工程的计划，强化渔港设施及改善渔业的环境。五、开办农创学院，筹划彰南农业创新园区，打造友善农业环境。六、建立农产品检验查验机制，为食安来把关。七、推动蔬果及花卉现代化设施的生产。八、积极行销及强化彰化健康猪的品牌，保障消费者的安全。九、强化禽流感的防疫工作。本县啊养禽数为全国第一，动物防疫人员啊除了强化各项的防疫工作以外，以防止H5N6 禽流感疫情的入侵外，也辅导受灾的农民完成清场消毒，密闭式及非开放式
寝舍规划的申请，哨兵家禽试验及富养等产业重建工作。五，在多元适性优质教育方面，已办理106年全中印经验彰化经验彰化全国的运动大会。二，在建构优质校园部分，我们去年花了8亿盖了12所新的学校，今年要花10亿来整建132栋的校舍。在校舍整建的方面，我们要让学生跟家长能够安心乐学。校舍补强的部分，我们今年花了10亿，老旧厕所的整修。在书府阅读的方面，我们建置优质图书馆阅读的环境，以及整建学校跑道，还有儿童游憩的设施，充实学校体育设备。三，在绿能永续智慧城市的部分，校园重电，我们售电的比例是24.3%，全国第一。南北运动中心打造健康热火城市，彰北运动中心，彰北国民运动中心我们已经启用营运，彰南国民运动中心我们预计年底会来动土。为了打造优质学习的环境，米平城乡数位落差，除了规划3年启程更新全线班级教室投射影机，以及固定4年循环更新全线国小电脑教室教学设备以外，去年我们10月也跟台湾微软公司签订了云端科技教育合作的 MOU， 引进免费软体资源及辅导人力，结合产官学力学产官学的力量，创造知性化教学模式的示范点。四，以及营造艺文观光大县，推动学习型的城市。挂号市推动多元教育适性扬才方面，一，扩大设立非营利幼儿园；二，制造动手做，打造职涯探索园地；三，推动实验教育，实现家长多元教育的选择权。挂号五，在社会关怀健康乐龄的方面，一，营养午餐经济方案分配教育资源更为全面。二，一乡镇一乐龄，打造幸福宜居的长寿县。六，建立完善公卫健康彰化。括号一，强化食品管理机制，维护民众的健康。二，破获化工原料行贩卖工业用化工原料食品业者，以及阻绝非法添加物流入食品供应链，为本府食安工作的核心要务。联合检调打击黑心食品平台，成立藏进人专案，针对本县化工原料行及食品添加物贩售业进行全面的稽查。括号二，照顾弱势族群，挂号费减免，院所参与率全国居冠。括号三，率先推动医疗争议调处，促进医病的沟通与和谐。括号四，终结医疗暴力，打造安全的卫生环境。括号五，建构彰县长照2.0，提供银发族在地的服务。括号六，用心呵护乡亲健康，鼓励县民定期接受癌症的筛检。括号七，健全防疫网路，强化流感疫情应变防疫作为，有效控制传染病，扩大社区流感疫苗接种率，全国之冠。以及强化登革热、支卡病毒感染防治作为，杜绝疫情的扩散。括号八，执行药物及化妆品的监测，杜绝不法机器查核违禁药。七，
全方照顾全民幸福的部分，国务院建构高龄友善环境在彰化，引发福利传家化。国务院落实儿少照顾，保障儿少权益，推动彰化儿少社区壮游大步走。弱势家庭子女社区照顾服务，国务三推动妇女服务，落实家庭照顾，促进新住民发展。国务四成立携手关怀的平台，以全方照护全民服务为愿景，成立1957单一服务窗口及幸福小埔食物银行，并搭配在地行动服务，提供在地化及时性的服务，发挥资源最大效益，将幸福宅配到本县每户家庭。刮胡爱无距离服务贴近你的系列，设立远近所以视讯及县府新闻所以翻译的服务，辅具服务跨单位整合，辅具宅急便送爱到你家，行动辅具服务车。刮胡六多元生活幸福城乡，关心原住民及客家族群，办理各组活动，彰显彰化平等尊重融合分享的胸怀，人对自身文化维系传承及宣扬的使命感。八品牌创新彰化起义，国后一传承在地艺术文化，办理彰化传统文化节，国后二行塑魅力彰化，再现古迹及历史建筑文化风采，活化古迹及历史建筑工程的维护，进而以古迹历史建筑作为推动本县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除了活化本县内文化资产保存维护以外，更积极向文化部提案争取补助，去年争取了38案，今年又提案了22案。另外，去年老屋活化再利用补助计划，通过补助小型修缮类8件，文化经营类3件。今年度将持续受理民间申请历史老屋奖励及办理审查，期待能透过老屋活化再利用，鼓励更多人加入老房子保存的行列，让老屋再显风华，展现活力。国务三推动各项艺文活动，提升县民精神的内涵。国务四在平衡城乡资源，消弭学习的落差面，办理黄溪文化奖暨编印作家作品集及文学沙龙活动。2016年儿童暨青少年诗画创作比赛，文学彰化与大师有约系列的讲座，行动图书车巡回服务及阅读起步组活动及彰化阅读节等活动。9绿能环保友善彰化，刮胡一空气品质管制多管齐下，加严管制私煤锅炉，推动洁净燃料及辅导餐饮业加装空气防治污染设施，执行高污染车辆稽查作业，加强管制本县营造工程易散性污染源，并推动营建工程道路认养，推动农民使用分解苦化菌现地处理稻草替代露天燃烧，召开彰化县空气污染减量推动委员会议，讨论推动各项减量工作管制成果及空气品质现况。国五二划设总量管制区，并加速农地整治。去年本县东西二三郡划设为因特予保护农地水体之排放总量管制区，采源头减量、末端管控及污染源三管齐下的方式，以有效
削减重金属排放量，维护本县农地的品质。瓜湖山强化村里资源回收工作。瓜湖市深耕环境教育落实，环境永续。瓜湖推动持续推动美化彰化六年计划。瓜湖六维护自然生态永续，在县内国中小校园宣导演讲，推广大肚溪溪口野生动物保护区及本县沿海鸟类生态环境教育，宣导保育的观念。举办2017年阴阳八卦幸福森林赏樱的活动，瓜湖区办理植树活动及推广造林。瓜湖八推动节能，打造绿色机房，积极汰换水银路灯。十，治水防灾，治安平稳的部分，瓜湖一建构调节制洪池设施，营造兼具防洪多功能的优质的环境。瓜湖二推动污水下水道的建设，改善都市环境卫生的品质。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的建设是本县最大的规模，我们争取了102亿。本府会在和美跟园林市污水下水道的系统第一期实施计划，并提报内政部营建署，希望今年能够陆续来执行。那为了推动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我们也要优先来将鹿港建置污水的下水道。瓜湖山加强县内水路、水门管理维护及水利设施整治改善的工程。瓜湖市加强山坡地的管理，规划坡地衔接水路，改善淹水的区域。本县三角路沿线及其他坡地及平地衔接处长期淹水的问题，已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将陆续研拟治理的目标及对策，期待逐步能够改善淹水的情形。瓜湖强化消防救灾能力，除了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购置高效能化学车一辆、救助器材车一辆、水库消防车两辆、水箱消防车两辆、小型水箱一辆、消防救灾六辆，以提升彰化救灾防灾抢救的应变能力。本县义勇消防总队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义消竞技大赛，总成绩荣获全国的第二名。瓜湖六强化消防安全的工作，瓜湖七加强紧急救护训练，提升紧急救护的效能。瓜湖八维护社会治安，有效防治毒品及诈欺犯罪。向上溯源，瓦解共毒网络为目标，以人追毒，再以毒追人为重要的重点，运用官方脸书网页、社区治安会议、有线电视、客运灯箱、跑马灯、电视墙、网络社群等管道，持续实施宣导及扩大防治毒品筛检，防止毒品入侵校园，并从源头打击诈欺，维护民众的权益。瓜湖九深耕社区治安，办理社区治安人才培育的活动，透过本次的活动畅通协调机制，激发社区的居民主动关心及重视社区的治安，并借此扩大各阶层能够积极的参与，使政府部门结合辖内的社区，建立彼此密切良好的互动，达到治安社区化的目标。瓜湖市本县全国首创110与119案件电子化互通转报功能，为了缩短110、119
相互通报交通事故、火灾、自杀、疾病救护、民众入岛等案件，规划全国首创110、119案件电子化互通转报功能的建制。第十一，落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挂号一强化全方位消保宣导的活动。二，办理跨机关联合查查作业，共同维护民众消费权益。挂号三，启动物价平稳通报及联合访查的机制，维护交易秩序及消费者的权益。第十二项，卓越服务效能。政府方面，挂号一携手打击贪腐，共创廉能政府。本府邀请台湾地方法院检察署黄玉元检察长担任廉政汇报的顾问，并透过检察官的参与，本府廉政政策拟定的过程，引进司法机关的意见，并有效降低员工涉及贪渎不法的风险。在本府推动廉能工作成效，清廉表现满意度方面，较去年成长，显现本府推动廉能政策居获得民众的肯定。挂号二，公共工程导入奖优罚劣策略，以发挥成效，一方面增加厂商的荣誉感，一方面也有贺主的作用，促使施工的厂商能够齐心努力为公共工程品质之提升共同来努力。挂号三，致力提升为民服务品质，本县房屋标准单价全台最低，使用牌照税自今年由地方税务局自行征收，本县派驻监理站办理牌照税集征作业，提供单一窗口受理车主办理免退税及税务咨询等服务，受理民众赞赏及肯定。地级移动及时通知，为了防止伪冒不动产抵押贷款或转移的情形，守护民众财产的安全，中彰法律行动专车大会师跨域合作，携手为民服务，推广县府书院会视讯陈述意见，提供便捷的书院陈述意见程序，提升为民服务的效能。推动校园防治扎根行动列车向前行，与彰化律师公会共同打造守法的城市。挂号四，落实公务人力坚实政策，检讨机关学校编制，制定职员移拨处理要点，有效应用学校行政能力。挂号五，中彰投苗区治理，共创民众的福祉，强化县市合作的事务推动。中彰投苗区治理平台首长会议去年12月16日在苗栗县举行，透过邻近县市资源整合以及互补，共创民众的福祉。国道三号乌日交流道连外道路延伸深港段新辟工程于去年11月完工通车，不仅是连接台中跟彰化有形的桥梁，更进一步融合两地的生活圈，成为中部区域联合治理平台的新的里程碑。挂号六，办理整合住宅补贴的计划。三，筹编本县106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本县106年总预算案，经贵会第18届第四次的定期大会审议修正通过，税入预算数370亿9560万2000元，税出预算数418亿6351万6000元。自总预算公布实施以来，各机关单位均能依照法定预算数及计划预定进度的核定执行，为年度预算中基于业务实际需要必须增加之经费，透过预算程序
再据以执行，原依据预算法第79条的规定，核定汇编本县106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提请贵会审议。本次追加减预算案税入追加预算数8亿6798万8000元，税出追加预算数14亿1118万元，税出差短5亿4319万2000元，以增加债务之举借5亿4319万2000元予以弥平。追加减预算后，税入预算数为379亿6000多万元，较原预算数370亿9000多万元增加了2.34%。追加减后税出预算数为432亿7000多万元，较原预算数4180亿6000多万元增加了3.37%。本县106年度总预算数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业依规定编制完成，送请贵会审议，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会以鼎力支持通过，以利县政的推展。四决议，今天非常感谢贵会邀请本人在此提出施政的报告。彰化县各项重要的计划，基于县民的幸福、永续发展为前提，逐步规划推动。本人请议长、副议长及全体的议员女士先生给予支持，以及给予本府团队的支持与指正。我们有信心让县政能够创新、贴心、有效率，创造县民最大的福祉，打造宜居幸福的彰化城。以上为书面的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指教。最后，敬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议长、许副议长、各议员女士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魏县长的口头施政报告。各位议员同仁，对于县政府施政报告内容有没有意见？来，请赖安章议员发言。要发言的举手一下，先不要放下来，等一下。好，等一下，安中等一下，好，我先登记一下，还30秒。头这边的搁搁举者，这边的宴会你有诶无？我者。来，请赖安章议员先发言。好，谢谢，多谢局长吼，咱馆长以及咱绿色所有诶政府官员吼，咱本会议员同事，咱媒体先进吼，多谢。拄则来听。咱馆长吼，甲咱做咱的施政报告，会使讲是做甲真详细吼，内面嘛真济需要建设甲加强的所在。对于这本的施政报告吼，本身是无意见，嘛真支持啦吼。但是伫遮有要来请教咱拄则啦，咱馆府吼，所有在遮局势处长吼，针对拄则馆长的施政报告，你会认为伫你的业务的范围内底？你有法度完全配合执行的请举手，有法度配合馆长这本施政报告的请举手。举手啊！
我拢举手吼，好，拢举手好 ，OK。来，安尼本席就要来请教第66页第66页，县长主要讲起讲要来加强县内水路水门管理，甲水利设施整治改善，排水淤溪、河水下水道加强维护，确保水路的功能。啊，今年要执行8大生活圈的排水设施抢险吼，排水沟啊疏浚，以及水防道路、甲水域的布地林等水生植物吼。而且啊，我要请教水资处吼，这工课过去有咧做，即马有咧做，还是即马当咧做？啊，即马有咧执行，还是等？遮个做了，遮要执行。我想简单，你先答到。我时间有限嘛，你有无安尼好？即马有咧执行。处长，有无了？处长回答。有没有？啊，谢谢主席，谢谢议员。目前正在进行。好，请坐。来，咱你个咨询室，放一个。反正吼，即我爱报告，你也看清楚吼，因为有诶代志，啊，你个下属可能无甲你报告吼，即。就是要入去四面佛，啊，迄条天沟吼，即规条沟拢填起来，看无沟，人入去拢人嘛落去看无人。下一张，吼、哦，即规条拢填吼。水资处，你讲有咧进行，是毋是这条还袂进行着？我毋知。啊，下一张，哦，即拢填吼，佮下一张，吼、哦，即无看到沟啊，连栏杆嘛无去啊，佮下一张。哦，迄石牌路你还无？一段195行尔，规条拢甜的吼。搁下一张，这嘛是吼。搁下一张，搁下一张。哦，这已经要到四面了，已经要到四面了。搁下一张。哦，这是235行遐吼。来，搁下一张，搁下一张，搁下一张。好来，拄只遐是石牌路，啊，这轻高吼。搁来，这条吼，馆长。你有，我会记你下啊，迄个下乡去咧演讲吼，你讲咱个迄个污水下水道做好吼，啊，希望看会到未来大埔集水沟啊，有咱未来整治好吼，啊，咱有穿比基尼个伫遐咧游泳吼，大埔集水沟会布地咧，即顶礼拜我去翕个吼，来下一张，哦，即顶礼拜我翕个哦，哦，啊，搁下一张，哦，即甜个吼，啊，搁下一张。怪兽在遐有无？怪兽顶礼拜的时间，怪兽在右边，迄只怪兽啊边啊路提案道路是封起来，无要往行吼。搁下一张，我落去实时咧，国行实时去录影吼。搁下一张，有无？搁只无，即顶礼拜翕的吼。来，咱要过来，我放迄、那个，今仔日会再去翕的。来，今仔日会再去，顶礼拜去翕的吼，甲今仔日去，来，即今仔日翕的哦。来，二只。搁下一张，搁下一张。你中空的有无？中空的边仔也有吼。搁下一张。啊，这定伫这南兴桥顶啊，吼，这伫南兴桥中山路台线的南兴桥头壳顶。搁下一张。哦，这嘛是吼。啊，怪兽有对面，怪兽有对面吼，会使我翕未？啊，搁下一张。这甜的吼，这要落去要接到。南美桥，吼、哦，要去南美遐吼，搁、哦、下一张，搁下一张，来，这都停下吼，反正，真侪包厢过去是安尼，即马是安怎我唔知，布地人是安怎穿的，就是喜欢咧穿，伊甲中，甲背咧，背去倒，背去上边边啊，啊有诶甲卡起来，啊摕去倒，唔是再造哦。唔是再造哦，总甲卡起来，卡咧提安黄顺道路一边啊，一残边，啊啦雨水来，伊就去流倒落来，啊飞去边啊，固来就去生，就去走一中，安尼叫做啥？安尼叫做有工课做啦。啊，你若拢清清的，就无工课做啊。从本席伫遮，要讲个馆长听，工课民众啥啦？对政府，咱咧做诶，会无感。即、这个布地人伫大埔集水沟，已经清理两礼拜半，要三礼拜，道路共封起来，互人袂行哩。
来往的民众袂惊的，人心内就会起码歹，脚会甲抖。啊，你讲有穿，就穿到足理想的，咱就准拄好。我顶礼拜去看，你拄则看遐，甲这摆下再去看遐，民众甲讲二万。啊，风起两礼拜是咧风塌甲一空的，啊，做安尼哦，做安尼不如卖做。啊，人民众讲，啊，恁咱怪兽甲飞去边啊，较早。王管定的时代，安那处理？我甲你报告：一发包一次，保固两年；一去发包金额会使，互你较悬一点，包厢互你得标，互你较有利润，你好啊生意。但是你报告的两年来，只要互我彰化县政府查到，还阁有这个情形，安尼就是罚款。你的保证金、押金也扣起来，就是不参与管护的人。十个月也好，还是防汛期间、风台期也好，不定期派人去检查、派人去巡视，还是用予咱下咧迄个咱的水质处咧巡狗啊，迄巡守员知影翕相转来通报，县政府就开罚。阁下一张，有无？县长，这拢飞去边啊？这已经要接近迄个下遐南美里，遐已经要。已经要到迄、那个，你即马咧做迄、那个下水道，已经要到遐，即马狗阿哥安尼会知哦。下一张，哦有无？飞去边啊？伊就甲飞去边啊？搁下一张，有无？哦有无？拢上中足清的，啊就飞去边啊？搁下一张，哦咧南美桥，哦搁下一张，有无？啊伊飞去边啊吼？风来水来，伊就变啊变漂浮不定。就规撮大楼，迄叫做扶贫呐。哦，啊，佫下一张。哦，你看了，佫是讲涵洞啊，有无？顶啊，迄个一个呀，一个的桥卡。那下一张。啊，桥卡你甲看，迄桥梁的支柱有袂去扶贫，楼卡遐拢去卡咧，拢去卡掉的。啊，佫下一张。哦，有无？这拢咧漂流的。哦，这我唔是捏造的，我一早在翕的，即卖还佫伫遐。无，咱啊，等下会后，咱会使随来看。阁下一张，哦，啊，阁下一张，再讲迄，哦，有啊，只飘到遐软塌的，塌掉的，那阁下一张，有无？塌到遮，啊，你右边的墙影，迄科学班的啊，迄就是你即摆咧施工的下污水下水道的所在所在地，你巴肚伊的边啊，沟啊遐，遮边安尼，阁下一张，啊，阁下一张。啊！这怪兽，这台客伫高岸边。啊，今仔伊是南岸的时间，北岸无的时间。啊，所以拄则看到迄台是伫遐。啊，这台客伫路边。好，阁下一张。你看，迄个高速公路有无？顶后迄个隔音墙伫遐。啊，倒边草啊，八五边正边清气清气。阁下一张，还有无？好来，好安尼。啊，阁下一张无啊吼。好，馆长，工课吼，咧做，啊做有咯，做认真，啊下骹咱的这局势性爱约束好，啊本席主要甲你建议讲，像这八大水系，较早真济包厢咧处理这个啊布地人是用这种方式，凡是你毋捌听过人讲，吼，啊因就是用安尼。安尼才有工课做，啊，甲飞去边啊，啊，无就卡起来体验顶啊。哦，啊，当然你讲拢无在嘛无啦，伊嘛载几车，因为爱翕相，无翕相无法度当来甲环路清洗啦。啊，所以讲馆长，拄则本席讲发包一次，保固两年，我的建议，你感觉安那？请你说明。来，请县长回答。啊，主席啊，回答赖议员的问题啊。这个刚刚从这个照片的画面看起来哈，当然我们在啊这个疏浚的时候啊有不周啊也有缺失哈，那我们会要求水质处能够改进。那至于说啊你刚刚那种机制，哎，我们会来研究好，哎，如果说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防壁的功能的话，当然我们认为也可以采行。可以了哈，谢谢了哈，最后。不是本身发明的啦吼，
进前都真正有安尼，啊，王馆长是来做安尼，尾啊，我嘛有去查，嘛有去看，真正安尼较清气。啊，人百姓就是住伫堤岸两边的人，不管是农民要去遐种粥，人有遐过看到，即马狗啊较清啊呢，啊，因为遐狗啊，若有布地人，伊会产生你内底的鱼啊，就袂活。哦，啊，河川嘛会端，人讲河川之石啊，会死去，等于迄个狗啊就袂通，会臭，而且佫会有氧化。啊，所以讲，为着要救咱的八道水，是咱的河川，佫是项防汛期间，即马风台期活来要到啊。啊，真若无紧疏浚，嘛会造成垃圾的吼。咱的人民生命财产真严重一个啊，一个迄个挑战吼。所以本身因为看到会知啊，你要市政府去讲这段。啊！甲人内面服务处甲我斗的，客人甲我讲的，因为大埔路迄直水沟边啊，虽然是伊毋是一般无提升为一般道路，但是真侪人出入，吼，伊咧就住大埔地区遮，啊是花坛地区遮，伊要往台一线，啊是要往高速公路卡，要去北匝道，要南下北上的，啊伊要去鹿港秀水，这个提升道路。边啊，一出入的车辆非常频繁，啊，有人出入因为无方便，啊，嘛住伫遐居民反映去遮的，啊，本身先去翕相，实际予馆长了解，无馆长你而且嘛无人甲你报告，你嘛毋知即马狗啊是安尼呢，吼、哦，本身嘛是好意甲你讲，啊，请水资署长，你会后即个工作该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要认真去执行，才会让人民有感，吼、哦，拜托，好，义兄。再请消除文员发言。啊，议长，还有我们县长、县府的各级主管、议员同仁，还有记者先生、小姐、女士，大家午安，大家好。三十号消除分第一次发言哈。那在这边哈，针对今天县长的施政报告哈。其实哈，真的就像我们赖议员所讲的，非常的丰富哈。但是在这边哈，本席哈，要再来请教一下哈，我们魏县长哈，针对我们田中高铁站，我们现在的连外道路哈，那有一条新辟道路哈，就是咱的香宜路这条，上一次我们县长有跟交通部还有我们台铁局的都有下来到我们田中镇公所来举办座谈会嘛，那今天我要在这边是希望说县长是不是能够双溢六这个部分可能要再征收土地，还有整个规划可能时间上是不是会比较冗长，县长你是不是当做一个说明，我是公务处要做说明，那请公务处长说明。来，请公务处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我们萧议员对我们社头双义路拓宽的关心呐，吼。啊，这条乡义路这条吼，这条是咱下头要入来高铁站上方便的这条道路吼。OK， 跟议员报告吼，阮伫今年的年初有提报营建署去争取生活圈的计划。那因为这一条道路有一部分涉及到要做都市计划变更的部分，所以咱即马是同步进行。现在社头公所正在做都市计划变更，那如果它变更完毕之后，我们在营建署那边会积极的跟他争取经费。那营建署也有口头答应我们，对这条路，对我们高铁连外，尤其是社头就小桃这边家非常的重要，他口头上有支持我们。这个部分当然哈，连外道路能够再做拓宽，我们都很乐意啦。可是我们现在是说那个时效性哈，真的也是有比较冗长的。之前哈，在我们那个复兴路，就是社头复兴路也当趟来咱李金川，其实哈，赶快同样的就是说，他要经过我们台铁哈，还得匝道。那我们是希望说，因为你迄个李金川这个部分，它的距离也比较短，而且它现在已经是等于走到咱迄个高铁站站区的边缘了，它的距离哈，可能差不多讲啊，可能剩500-600公尺而已。那这个部分你们没有去考虑到吗？还是说一定就是要从双义路这边来做一个拓宽？双义路这部分当然你拓宽的时阵，其实你整个连接上，我唔知恁的考虑是安怎啦。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复兴路这个路口旁边，刚好是我们整个那个公墓已经把它变成了那个公园绿地了。其实迄个所在，我感觉讲吼。
我们可以朝两个方面下去做一个探讨。其实时效性可能复兴路这一边可能在做的时效可能可以缩短，而且距离也比较短，费用也比较少。那我们双义路这边可能要牵扯到，就是说你土地的征收，还有就是整个道路的规划。其实你这边吼，咱这里双义路吼连接到我们高铁站区吼，这个道路当初在一个规划，我感觉规划料可能有一点瑕疵。那在会后吼，因为我也希望说公务处长能够到现场来看哦，因其实吼迄个时阵规划吼道路吼。照理来说是要截弯取直，结果烂起弯弯翘翘，而且零零角角，在那个地方说实在，你发生交通事故会来得比你以前的交通事故会来得比现在你们现在规划的来得少，所以这样子变成的是交通的一些死角就多出来了。所以讲吼，我是希望讲吼，你是不是能够到现场来？我们把这个道路整个你要规划，是不是能够重新再做一个考量？是，谢谢我们萧议员的关心哈。那这个案子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是社头公所了。那刚刚议员也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哦。那我也知道说这个涉及到还有涉及到平交道的部分。好，那我们会把议员的意见这边收集起来，我们会找公所来再讨论一遍，那再把后续的情形跟议员做一个说明。那如果两条道路的话，你们会觉得是哪一个道路会比较？我们会跟公所讨论评估一下，再跟议员报告。那你会后要不要找我一下？因为那个高铁站区里面有一些设计真的是发生了很多的状况，而且交通事故也比较多。那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我有跟我们科长他们反映，然后地方有一些村民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就是道路上的设计，还有一些我们沟渠的设计都有出现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会后你再跟我联络一下，我们到现场去做一个评估，还有做一个会勘。连外的部分我们这边会来处理，我们也会邀请地震处就战区的部分来做一个配套，一起把它完成。好，那会后你再跟地震处这边再做一个联系，跟我这边做一个联系，我们再来现场会勘一下。好，好，谢谢议员，谢谢。来，请当中正议员发言。谢谢议长。我们的县长，还有我们的一级主管，还有我们的现场的各位媒体女士先生，35号针对我们的县长的施政报告来进行一些讨论哦。在这里呢，有几点，好，有总共有八九点哦，要来跟县长跟我们的一级主管讨论，但东正尽量把时间缩短哦。第一点哦，我们的施政报告里面的第7页跟第8页这里哦。有关劳工的一个技能跟劳工就业的问题，这里想本席想跟我们的县长来讨论一下。本席希望我们的魏县长跟我们的劳工处这边呢，能够跟我们中央反映清楚哦，把我们的地方政府的一个无奈跟企业的一个无助哈，尤其是我们劳工的痛苦，让我们的中央政府能够了解，因为一地一休的问题哦，造成我们企业，造成我们地方政府跟我们的劳工都相当的辛苦哦。这里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企业都跟本席反映哦，包括有劳工，我们先从企业来讨论哦。企业反映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今天即使劳工想要工作，他们企业不敢让他工作，为什么？因为这是违反劳基法。那这个本席也跟我们劳工处也真的讨论过，因为他说这个碍于中央政策的问题，根本他们也无从去做一个修正啊。那基于劳工的问题，劳工也他讲他也跟我们的企业主来讨论说，是不是说我跟他讨论好之后，我愿意做，他愿意让我做，这个就不会构成违法，达成个协议。但是我也请教过我们的相关的执法单位，他们的解读是不行的，因为违反劳基法就是不行，还是一样要处分。那这样是不是说我们的不知道县长因为也亲走基层，应该也听很多有关于我们的一地一休产生的问题哦，是不是可以请县长这边跟我们的劳工处这边执法单位能够跟我们中央政府来做反映，是不是说基于这个问题，应该是由劳工跟企业主来做一个反映沟通，来一个协议协商之后，那这样就不会触及违反到我们的劳基法。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让劳工有工作可以做。他想做，想要赚钱，他有办法赚钱。那企业他要有劳工，他才有办法有劳工。你根本这样子做一例一休，搞到最后结果是三输嘛。现在根本是三输，在地包括我们地方政府也遇到困难，想要跟中央反映也没有办法，还是一样要依照这个法令来做。包括自己我们县政府的请了一个劳工，属于劳工的一个资源，也遇到相当的相关的问题。办活动也好，业务办不完也好，都为碍于劳基法的因素、一例一休的问题，都产生相当大的一个冲击。未来还有可能发生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我们的企业主他想要请未来想要请外籍劳工，连外籍劳工他都不愿意来做，一些初中的工他不愿意来做，为什么？因为他跟着劳基法走，他一例一休，他来就是要赚钱。他以前来台湾赚钱，可能可以多加一点班，可以做个一个月三四万、四五万，他可以领得到。现在一个月只2万多块，就这样子，他怎么可能来到我们台湾，来到我们彰化来工作？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要去思考，是不是请我们县长针对这个一例一休产生的冲击，有没有什么因应策略跟措施？因为为了彰化的一个生存、企业的生存、劳工的生存，是不是请我们县长说明一下？来，请县长回答。啊，主席啊，回答张远的问题，有关这个一例一休以及啊这个加班的问题啊，哈，我们彰化县政府啊，当然因为这是母法哈，是中央在制定的哈，那我们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劳基法的修正，我们啊有要求我们这个劳工处啊哈，只要有单位或者是啊事业单位或者是啊团体。他只要有30个人愿意哈来听我们啊这个有关啊一例一休的一个法令修正要如何去因应哈，我们都会啊免费的啊请这个讲师，而且出席的话我们也会送给他们一些小小的一个礼品，所以我们这个场次啊在整个工会区里面，或者是职业工会，或者是产业工会啊哈，或者是企业工会，我们都有陆陆续续到目前都还在办。那详细的内容，我们就请啊吴处长跟你做说明。县长哦，在这里本席想只想，其实一个很大问题。我本席知道你在基层，勤走基层，也做了很多的座谈会，相信本席都遇得到问题。县长你应该遇得到，包括全国的各县市的一个民意代表也好，地方所长也好，应该都遇到相关的问题。那为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去跟中央反映这问题？还是说县长你认为说我们就是尽到我们该做的就宣导，这样就好了？县长你的决策是怎么样？是应该要反映，还是说我就照中央政策宣导，反正不管怎么样子，跟那个跟我没有关系，是这样子吗？主席啊，再一次回答张远的问题。其实啊，我们办这个座谈，我们就是要收集这个劳资他们对一例一休或者是加班费这样的一个变动对他们权益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啊也透过这个立委到工会区去办，那我们也透过啊这样的一个行政的程序，我也当面把我们的这个。对有关一例一休的建议，当面我也拿给蔡总统。那至于说他们会不会在法案是不是会再提出来做一个修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有反映基层企业跟劳工的心声。所以县长也感受到未来的冲击。我们都感受到。请县长多加把劲，为我们彰化努力。好，谢谢。好，谢谢。那第二点哦。我们刚刚在讲到第十三页有一个包括我们连外道路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县长曾经常讲好几次哦，包括我们的大渡桥、大渡溪啦，那个连台中的一个桥，几座新桥要做嘛哦，还有包括我们连接我们的南投的一个那个轨道系统，包括我们台中绿线、捷运绿线沿着到彰化，这在都是。为彰化在努力，在做一个道路一个道路网的一个建制啊，这个本席也相当认同。他本席要拜托我们县长跟我们执政团队这边要做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因为连外道路你是连进还是连出哦，这可能大家要去思考哦。为什么说大家要思考？因为连进那对彰化是好的，那如果连出去的话，对彰化不一定是好。
那你要怎么让它变成连进不是连出？你要把彰化的特色拿出来，让彰化有特色，彰化县有特色，自然台中会到彰化来，自然南投到彰化来。你现在都所做的都是连出啊，都是把我们东区彰化市的连到台中去消费方便。那南投这个连他们要到观光区方便，那你要怎么让这些人能留在彰化县里面？就是你要想办法的事情，不是只有道路交通网建置比较便捷就好了。便捷之后是连路还是连出？县长这一点，请你要好好去思考。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已申请争取到了，当务之急要怎么让彰化县有竞争力，彰化县有特色，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好，这可所有的一级主管都要去努力要去思考了啊。第三点哦，我们的第十五页的部分，哦，那个我们那个是那个我们属于那个前瞻计划的部分哦，我们这个部分的经费是属于我们的特别预算经费，是不是？是不是请我们的那个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财主会比较了解嘛？啊，是我们财政处长，是不是可以做一下说明一下？我们特别预算中央这个预算，它使用的经费大概属于哪一方面的经费？是不是请我们的财政处长做一下说明，可以吗？来，请。哎，谁可以说明呢？不要你推我，我推你啊！两个猜拳好了。猜拳。好啦，站起来，他自首了。来，请。谢谢议长啊。王千武。有关这个中央特别预算的话，那当然在本预算的范围内，他没有办法编定啊。那特别预算有特别预算的条款啊，那我不知道中央他那边引用特别预算的。因为我们的前瞻计划属于特别预算的这范畴里面嘛，是不是啊？是，对。好，谢谢处长啊，因为本处长不用担心了，我们要问你，你请坐。其实特别预算的部分的本席为什么要问呢？因为就是说特别预算的部分相关关系到我们不是一般正常的预算所使用的范围内，所以他用编列另外的预算来做。那为什么本席要讨论这个问题？重点就是说在于说，因为这特别预算所要支付的钱，还是要由全国人民要去支付自己的。那这里我们彰化县政府应该是要争取更多的经费，好，先不要说我们支不支持他所有的前瞻计划。既然要花我们大家的钱，我们彰化县政府是属于六度以外最大县，更应该争取更多的经费，要不然我们还是要负担那个钱。哦，现在不管怎么样，是说我们只争取十亿，其他八千多亿都是别人的话，那这八千多亿我们还是在分担。所以本席的立场认为，既然他一定是既定的政策要走的话，那是不是说彰化县政府要更加努力，多争取一些经费到我们彰化县来，这样对我们的县民才是一个保障，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这一点不知道我们县长支不支持哦？我们请我们那个魏县长说明一下好吗？还请魏县长说明。啊，主席啊，再次回答张燕的问题。其实啊，我们当然是要争取，那我们也希望说啊，在这个配合管的部分，我们是零负担。啊，谢谢县长哦。为什么本席会跟县长提出，希望县长做一下说明？因为本席所拿到的资讯里面，本席认为还不够，真的还是更加努力。那尤其是我们所目前所拿到的，已经定案的所拿到的，真的太少了。那后续还有三千多亿的部分的经费，我们还有机会可以争取。希望县长这边能够极力的去争取所有其他还没有争取到的，包括未来可能在我们的轨道计划里面的滚动式的方式可以争取得到的，我们尽量去争取。好，因为这个毕竟未来我们彰化县政府的所有每一个人，从老到少，每一个都要支付要负担那个债务的问题，所以尽可能把这些东西用在彰化，就比较自私，但是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好，请县长这边要特别注意哦。那另外第二十七页哦，第四点，第二十七页，我们的这应该属于卫生局了哦。他提到说我们的一些实战把关的问题，因为我这两天有看到我们报纸登到我们那个胡椒粉的一个事情哦，这件事情不知道我们的卫生局局长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你们这样努力在做哈，在做这个东西，结果我们现在的判决下来，结果是说没有办法证实说工业用的跟工业用能造成人体的损害，
那为什么会分工业用跟食品用已经分开很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判例？看，我想请问我们的卫生局长，你的看法怎么样？请卫生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对我们这实案的关心哦。啊，跟议员报告，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是103年的案子哈。那个它的源头是在台中有一家化工行，它同时把化工原料当作这个食品添加物在卖。哦，那这案子其实我们当初跟地检署合作，把这个源头抓出来之后，就由地检署来起诉了。哦，那只是说在法院那边，法官对于类似这样的案例，其实在过去很多案件哦，法官都会有不同法官有不同的见解啦。哦，啊，当然我们对这样的判例是觉得很遗憾哦，因为化工原料拿来当做这个食品添加物，它实际上是违反食安法第15条。所以这部分我们有跟地检的检察官这边来表达我们的这个看法，也希望说他能够继续上诉哦，来让以后的实案工作能够顺利来执行。谢谢我们的局长哦，这需要请坐哦。这一本席也希望我们局长这边要严格去把关，因为我们把它列在里面，表示是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很好的事情。那结果刚好遇到这个事情，希望局长这边你一定要严格去把关，把这个实案的问题把它处理好，因为这个关系到未来可能所有的东西，只要是工业用油，食品有，可能以后用工业用就没有违法，有可能变成一个判例，变成这样子。所以希望我们的局长这边要极力去争取捍卫我们所有不止彰化县民啊，这是全国，因为这食品是流通的，全国的人民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把关。那假如说他是没有分食品级的，那还有另一说，还有话可以说了啊。它有分食品级跟工业用的，那就是要用食品级的，这很明确就是这样的。你刚刚局长讲哦，违反第15条的规定哦，所以请我们局长那边一定要严格把关，争取该做的事情哦。那另外第5项37页哦，我们的那个里面讲到的非盈利幼儿园，我不知道我们的教育处这边了不了解哦。我们的非盈利幼儿园，我们的很多学校它都不会相当的去支持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认知哦，认知这个事情他们是有责无权呐、啊。我是不是请我们的教育处长做一下说明？了不了解这个何谓有责无权？来，请教育处长。议长跟张议员报告，我们所谓的非营利幼儿园是学校把它闲置的空间或新盖的校舍部分的空间租给那个法人他们来承租，而且来办理相关的幼儿园的事务，所以并不会说有责无权的事实，它类似是跟私人之间的一个租赁关系。谢谢我们的处长，我先跟你解释一下啊、哦，你刚刚讲的好事就是善用空间了啊，满足需求，因为我们事实上幼儿园有很多，因为我们的幼稚园跟那个改制之后变成幼儿园以后，很多的一个设备设施是不达标准都废掉了，好、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占用空间，然后满足需求嘛。那另外缺点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责无权，为什么？因为校方为什么这样认为？因为就是说他今天所谓的非营利幼儿园，就是把这个空间租给我们的企业，租给一些那个财团、社团也好去做一个经营。那由我们家长跟那个来分担哦，就是他的费用是比较低的。那为什么说有责无权？因为他们学校方没有办法去管理管制他所有里面的教育的过程。但是当家长有问题的时候，他是要找校方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是很多学校他不愿意去支持这一块，会担心的一个很重要因素。这个处长你了解吗？那个一般来讲，我们的学校跟那个承办的法人他们之间有订立一个契约，在权利义务关系是很清楚的，而且当初我们在评审的时候会依据他的专业，包括他提供的课程跟我们 OT 出去的一个设备都做一个审查，所以他在师资部分是不会有问题的。那至于说后续有问题的话，法人部分跟学校部分会跟他来做一个很妥善的一个沟通。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的教育处长这边要多跟我们的一个校方，
希望能够好好去应用这个空间的一些校方，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安心呐、啊，因为他们给本席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有很多时间点，他认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刚讲那个问题，就是学生家长会找校方，但事实上他们是没有权利，没有这个责，没有这个权利去干预整个运作啊。那另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但是一般民众他不会这么认为，他认为在这个学校里面附设的幼儿园，所以会找学校校方来做处理。所以这部分可能我们的处长这边要在我们的合约上面要好好去做处理哦。好，谢议员的建议。那另外跟我们处长来讨论一件事情，我本席之前有跟我们的秘书长，还有我们之前任的我们的林明义，现在副县长了哦，有讨论过我们有关那个超额教室的处理的一个方式哦。那本席这里要跟我们的那个秘书长跟处长再提醒一下，因为我现在本席现在了解到，我们现在有一个超额教室的一个媒介的平台嘛，好 是这样子嘛哈。那处长这边，你觉得这个动作是？你现在认为是动作是这个做法正确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超额借聘的一个平台，原则上是需要说，在学校在班级数的一个规范之下，不管是国小或国中，他们如果说有老师没办法授课的话，我们优先会把它移拨到邻近的乡镇，让他生活上不是造成太大的影响。那至于说有因为国中它可能是整个师资结构的问题，可能要移动的比较远，那这部分我们会提供相关的辅导的一个机制。那目前为止到现在彰化县的所有的老师，他的工作权都是有受到保障的，只是因为少子化的那个数据比较大一点，所以让他们目前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本校上课，目前的状况是这样。所以处长，你认为讲那么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保障他们的权益，是一个好的政策，对吗？至少目前还蛮公平公正的。是，那因为从本席要这样讲，因为我们之前在请秘书长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本席建议的，好、哦，那是本席建议的。但是那时候的我们的现在副县长，我们的教育处长那时候是李明玉林处长，现在是副县长哦，他那时候讲是跌床架屋了，多此一举。哦，那。本席现在为什么这样子把它提出来讲？我觉得本席是认为说很多事情哦，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是要解决问题。那做的事情的方向，就是要真正落实到能够解决问题。那现在超额教室的问题哦，我们处长有跟本席做一些说明，他的处理方式，包括的过程里面，现在最近已经公告是不是公告实施？我现在就确认了、哦、我们现在就是我有做主任的做行政工作的超额教师是不列入他的一个超额的一个对象之一，有这个事实吗？对，因为各县市的状况，包括新北市哈、六都里面，新北市、台南、云林跟南投，他们都有做这样的相关的规定。本席现在跟处长讲一个很严正的一个说明哦，因为本席一直在关心这个议题。那这个议题为什么我要把它提出来讲？因为本席上次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照顾到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受教权，学生受教权。什么叫学生受教权？应该教育处长比我更清楚，比我更能够体会我的含义在哪里。那你现在把超额教师，你把他的行政工作人员主任排除在外，变成什么问题？变成我们的职任导师比以前更容易被炒，这个是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方式跟政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本席的意思说，我们当初是要保障我们的学生的受教权，让学生能够在一年级入学校之后，导师不会每年换导师，让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跟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对象。那你现在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让超额教师比较不会产生，但事实上是变成级任导师超额的越严重。处长，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请我们处长说要说明了吧？对于那个学校的经营，我想校长要负责最大的一个责任。那现在我们发现的状况是在教师课税完之后，学校的行政工作是完全委由行政人员或者是我们外聘的一些干事来兼任。那学校基层实务的状况是，大部分的老师都不喜欢接行政，
那所以造成这种状况的话，学校的经营已经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站在维护学生的权益之下，学校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学校，当然就不会有老师，不会有学生。当然我们最重要还是站在家长的福利上，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乡镇里面没有一所学校存在。那如果说我们在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生命共同体，然后我们赋予校长更大的一个责任，而且赋予他的一个义务去把学校经营好的话，我想整个学校的经营会更好，我们对学生的学习权益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处长你讲很多，我大概认同一半了啊、哦。本席问你一句话就好，学校的主角是谁？学校的主角绝对是学生。是啊，那你刚刚提到说问题里面提到学生的部分只有占20%，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学生的部分应该占80%。一切要以学生受教权，以学生的一个教育跟他未来发展、国家未来的竞争力为第一优先考量，这是本席的认知。是。那本席跟处长有点认知不一样，就是本席刚刚讲的，本席希望你做一下调整，好好做处理。怎么处理？维护学生的受教权，超额教师的部分，你绝对要顾及到维护学生受教权，不能让学生每个学期都要换导师，这你做得到吗？好，谢谢议员建议，可以。那本席希望在这个会期，我能看到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式给本席了解。啊，以上，谢谢。好，谢谢。来，请刘惠珍议员发言。谢谢议长、议长、县长，好，各科室主管，还有各位议员啊、同仁，大家午安哈。啊，本席针对啊、彰化县政府的施政报告哈，伫遮要甲咱的哈，咱管政府有关的单位来做着一个双向沟通哈。针对52页哈，那个辅具宅急便送爱到你家行动辅具服务车了哈。那我们彰化县政府这边是啊、参考了国外辅具行动车服务的模式哈，推广这个啊辅具宅急便啊这种啊服务车的计划了哈。那啊针对这个啊辅具宅急便哈，因为啊本身啊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在咱啊18届第一次的电机大会哈，相信咱社会处长哈，你都有听到啊，我甲你欢迎的心声嘛哈。因为啊，毕竟这些身心障碍者哈，需要申请辅助的这些我们彰化县民啊，真的行动真的是很不方便哈。常常为着要啊申请啊他所需要的辅具啊，就要到我们社会处，到我们第二行政大楼登记，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啊确实的有这个辅具哈。啊，有的又需要是那个啊、比如说他需要的特殊辅具哈，那个是需要医院给的那个量身定做的哈，所以针对这一件哈，咱服务了557的人士哈，针对这个我代表身心障碍者以及啊、接受辅具啊、申请的这些啊、彰化县民哈啊、特别跟我们县长跟那个处长哈，甲恁讲一声多谢，因为因的心声啊。您有听到、哦、我常常在讲、哦、包括议长 我有时候、哦、也会很怀疑啦，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哦、在议事堂上、哦、我们为民表心声，我们说的给您听，您听到有多少，确实要为我们做的有多少，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结果，表示说我们说的不再是说那个告白会车，哎，今天开会，你哪里哦？这个要开会之前，一大群人，一大票人啊，赶快要、哦、急着到议员服务处拜访，看看有什么啊、是需要双向沟通的。等到议事堂上，议员讲了，就哎，这个过往云烟，过去都无准省啊。但是这一件，虽然安尼，这个是第五次电机大会啊，哈、哦，在第一届电机大会讲出来，第五次，我有看到这个成绩，我感谢到你。您的用心，您的重视，但是现在本席要跟你反映的，这也是啊、针对这些接受辅具的这些朋友哈啊，在我服务处搞欢迎哈，我们辅具让我跨单位整合嘛哈，还有我们好像也有在试办整个那个整合的窗口啊，最近的窗口就是彰基，还有我们的彰化属立医院两个窗口接受整合哈，还有就是配合我们辖内的公所，推动这些身心障碍的生活辅具，还有医疗辅具，以及这个失能老人辅具，还有各项的种种申请哈。我想要请教咱的社会处长姐，你
你要啊要诶，咱这项工作要委任咱26乡镇哈，开辟一个窗口，要整合式这些辅具申请哈，那便民式的，咱有甲邀请咱迄个各乡镇公所啊办社会福利家的啊，当然来甲咱县政府开会无？我这样我也是请教者无？来，请社会处长回答。谢谢我们的那个刘议员，真的非常感谢刘议员对身障者的一些关心。我在想真的要代表这些身障朋友谢谢你，因为很多小细节的话都在你身上，我们也学习到很多。那我们有跟26乡镇的承办人员，我们都请到我们那个社会处来，把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申请方式啊，一些服务的方式都有做很好的沟通。我们就是简单的告诉他们申请方式，然后辅具给的模式哈啊，后续我们他们接受整合计划之后，爱交等下咱的管建物，咱是要安那啊拍牌雷啊，针对个案来服务，是不是安内？对对，都有。那好，那在你的环节哈，是我能了解，咱管建物咱收款给人是安内，但是我今麦要甲你表示讲，是不是咱阁有机会邀请咱啊？针对板家的个案的，咱家的承办人员，我们跟他们聊一下哈，希望他们能够感同身受、同理心。我记得个案跟我反映的是，他到某个乡镇公所，他要去申请这些辅具，结果这个承办人员啊，我跟你讲啊，这吼管政府给补助你2000块啦。啊，像阮爸爸当初安怎的时阵吼，阮吼嘛感觉讲吼，这安尼吼啊，足晦气安尼，然后你申请到了，然后不知道何年何月这个2000块的这个补助金额才能够到你们这边，所以我说第一线的人真的很重要，人已经来个家，对不？这毕竟是因的权利，未唔在因，对不？啊，人有尊重到伊的权利，因都是要申请。但是你第一线的人袂使袂清，就共泼冷水，那才2000块，不是2000块，他自己掏得起腰包，掏不起腰包的问题，那是他的权益问题。每个人都有这种彰化县政府给予的这项福利措施，只是讲伊歹运，伊去申请到，伊需要用到，但是咱第一线的人绝对袂使安尼共讲。吼，因为都是有这款问题来发生啊，对不？啊，安尼唔知啊，当作讲恁惊做代志啊。我了解。人接人来甲我申请的，人要申请辅具，对不？转个话讲，你的美意，你是整合，你不希望这些身障的朋友再这样子安尼，对不？安尼招来招去安尼，对不？舟车劳顿的，对不对？而且，不管是金额的补助还是辅具的补助，三米十的那配合人，那还是有固定的程序要跑啊，对不对？啊，与其安尼不低不高红，中来中去，我们这样子下乡，我刚刚说的，我很认同你的行动辅具服务车这系列哈，而且毕竟500多人受惠，这是很好的。但是现在第一线申请辅具这个整合出了问题了。好，那个议员，我们这方面一定会再加强。我们再找个时间，把所有第一线人员来做这方面的。真的要加强，不要哦！真的，跟我拍电话，我来家申请，我都心肝足艰苦的。你我心肝足艰苦，我讲啊，好口好手哦，用袂到人是上好，用到就足高不离三千啊！你搁甲我讲啊，迄个偌济，那问到安怎，对不？每一个人家境无同款，每一个人状况无同款，但是你第一线敢讲，咱就做唔对的。我们会要求他有同理心，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会加强。要感同身受、同理心来办这款代志，不要因为他的这一席话坏了我们。你看，现在是第5次定期大会呢，你看第一次定期大会的话语，起码到看到成绩，对吧？哈，所以我们希望这种社会福利的事情是能够永续经营的。有我们那个道载服务哈，这样的，我们还有第二部车，最近又整个整装完毕了。我们一直在这一方面有做努力。是，我们期待我们未来社会处能够再更加的落实去照顾这些身心障碍朋友。好，谢谢处长。谢谢。那本席在针对哈这个23页。乐活农村安全农业，那现在那个农业处长你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归你了。
我们4月21日接获通报嘛，然后接获通报知道的是疑似污染哈，然后进行了封存嘛，封存了弹品还有这个机支移动哈，结果安尼吼，安尼39000多只就这样扑杀了啦哈，然后那个新闻报道，大家拢怎样哈？到带澳新的弹，这个源头是来自我们彰化嘛哈，最。最先的起源，它是在苗栗查到的嘛，合成批发行的鸡蛋验出了带澳新蛋哈，然后接着我们由蛋追人哈，所以我们也要感谢我们卫生局哈，这样呢建立后为成效了哈，锁定的来源有俊宏嘛、宏章还有财源三处的这个蛋鸡场哈，那。现在哈，本席哈想要了解的哈，就是说它的采样结果哈，除了那个宏章畜牧场超标之外哈，其他那两场哦，它的饲料跟那个饲料添加物都是低于限量值的，但是安呢，无一个足明确的这个动向哦，咱都安尼30000多只，都安尼抬啊，宁可错杀一，就不能侥幸的存留那万。那安尼你甲想啦吼，遮个鸡笼吼，鸡卵吼，手面趁食鸡卵嘛无啊嘛，啊鸡啊嘛，互咱全面扑杀嘛吼。现在好像农委会说要，农委处长你应该比我清楚啦吼。那还没再调。我不晓得现在调查出它的污染的源头已经啊查到什么样了啊，相关的我们的政府我们要给人家的这个补偿措施我们要做到哪里？30000多只给家转播全面扑杀，好，那是不是请农业处长针对这个问题大澳新蛋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要让老百姓吃得安心，实在安心嘛，对不对啊？安尼这一件安尼，咱针对饲鸡户，咱阿共补助，吼，阿麻烦处长。请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刘议员对这次大澳新鸡蛋的事情的关心。目前是整个的鸡蛋，就是有浅到染毒的那个部分是。包括蛋、包括鸡只，通通扑杀。那至于后续的赔偿，现在农委会和我们还有业者，还有一些养鸡的代表，正在研议说这个补偿的措施要怎么处理，是还没有决定这个补偿的金额大概是多少钱。这个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刚刚刘议员所提到的，有关于整个这个源头的部分。那我们环保这边有针对整个环境的水污，还有那个土，还有整个的空气，有做进行这一方面的检测。那目前那个时候都是低于我们一般的标准的。对呀。那现在四组，因为这个四组它是接前面一个四组养的，所以是针对它的饲料，现在在继续在追查当中。这个饲主好像变苦主嘞，没有错，但是因为源头是确定是他，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啦。啊，所以农委会也还不确定给这个苦主怎么样的那个补偿措施。补偿的措施是现在在研议，但是金额还没有确定。啊，咱当初他们，咱当初一个刚刚30000多只的全面扑杀，这个哦，好像那个。光是这些扑杀的鸡只，甲咱溪州文化路嘛，安尼爱修几啊车吼。是，没有错。那这个我们也跟上面反映过，但是因为农委会的政策是这样子的，所以吼、哦，也很无奈呐。对啊，我刚刚讲吼，配置的扣住，刚刚就无奈啦。这种事情吼，其实我们这边。咱家己农业处，咱敢无对着咱家相关的养鸡户、养鸭户，甚至养猪户，咱有相关的对无？咱唔捌敢呢？甲咱家的养殖户，互因做
明确资讯，还是说请他们定期送给我们检验？检验的部分是，宣导的部分我们是大概都会有一些的经常性的宣导检查，这个都有。那但是后面的有一些的措施，比如说，像之前禽流感的这个问题，那也都是在配合整个中央的防疫措施在一起处理的。所以为了配合中央的这个措施，然后其实我刚刚讲这一件，咱若讲有前置作业，咱若讲先讲了解一下，可能唔免安尼这么凄惨呢。我们4月21，对不起，我们4月21日清晨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也都相关单位都有跟中央的这些长官来反映这个事情，不要在当天的下午就跟我们发布新闻。对呀、啊，可是效果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你们反映了，他新闻一样是报了。是啊，所以也是要全面扑杀，对哦。啊，别看咱安怎要安怎讲到完完讲到救，吼、哦，我刚刚讲这个养殖户哦，真正变苦主了哈、哦，这个是我们不大乐意看到的啊，也希望说未来了哈，因为这种事情哈。其实源头嘛，不外乎就是源头嘛。啊，源头既然它很多，它那么多场都是调查是低于低标的啊，咱过来较深入的甲伊了解看嘛，是什么啊所在啊，细个查需要咱农业处这边甲伊斗相共的，安尼好不？我们补后续的，就是那另外那两场没有被。检出以后，我们就在4月26号的下午，它是7点，农委会公布，我们7点半，我们县政府这边有，随着后面就开始解除这个移动管制的讯息。那另外，他在这个期间里头，他又追查邻近的6个场次，那6个场次除了一场，他已经没有在饲养以外，其他的5场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我们有没有？我们只有好像县长盖的有来讲能就是后续因为要表示我们这个蛋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陆续也有几场，我们透过县府，透过我们彰化县的养鸡协会来做这一方面的宣传。对呀、啊，不要说让百姓，不要让台湾百姓跟阿公好像有毒的东西都是在彰化。脏话好不好？是，我们也在对彰化做嘴产业拢无公平，别说刚刚讲到彰化的物件，好像现在连鸡蛋都毒鸡蛋也在彰化，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是，好不好？是，我们会再努力，谢谢。这我们在努力的好不好？谢谢，谢谢。那我想要一下那个相关资料哈，我们针对37页哈。不是针对38页一乡镇一乐龄哈，那整个哈那个还有包括我们那个日间长照大概有90%，我是不是？请问一下那个这个是在社会处还是在卫生局？那卫生局长这个实施的那个将近90%哈，我是不是可以跟你要一下这些相关资料哈？我们26乡镇哈，各多位哈啊未有，安尼好不？还是你要先大概起来？讲一下，你要问谁？来，请卫生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刘议员对我们长照的关心跟议员报告哈，那个议员讲的是日间照护的中心嘛，啊，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找那个场所啦，地点嘛。对，啊，目前我们就是大城跟社头哈比较困难。就是大城甲小桃找无迄个所在，他设啦。那其他乡镇我们都有日照或日托，今年陆陆续续都会开办。好，那我是不是针对这样哈？我麻烦我跟局长要一下资料，就我们26乡镇，然后你哪一个乡镇设计在设定地方在哪里啊？未来我们彰化县政府，咱爱配合有临时费用无？什么？在家，安尼好不？哦、完整的要这个议员参考。是 好，谢谢。来，请谢议员发言。你要发言吗？陈蒋雄议员。
只要一人发一份啊，每个议员都一份。议长好，还有县长，还有各处室主管哈，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还有媒体朋友，大家好哈。13号县议会哈，第一次发言。我伫个本县哈，伫个咱县长施政报告里底哈，咱的第三页哈，我有看到一个振兴产业啦哈，振兴产业升级，营造科技创新园区。馆长，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你讲这今年2月13号哈，咱的中科管理局哈已经进行第二阶的环评审查，就问安尼是算过啊，是算无过？二阶环评到底是算过了还是算不过？来，请来县长，你先回答一下。你啥物回答拢好啦？我是想要知影讲，到底这个二阶环评，甲今嘛目前为止到底是过啊未？自顶年的4月甲今年，一直讲要过，一直要讲要过，甲今嘛目前为止，到底是过啊未？馆长是你要答还是要迄落？他可能那个比较详细的问题，那就处长嘛哈，处长你回答一下。处长先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议员哦。迄个中科二零基地这个科学园区的吼，伊已经不是精密机械园区哦，是中科二零的啦吼，伊已经是环评委托之后，阿妈上级要审查二阶啦。啊，你这些2月13号是如果要上你去审查尔呀？嘿，今嘛，因就是要上去审查，以前会先经过因中科甲经济部初审嘛咧，今嘛拢审了要上去。迄个环保署要环评二阶审查呢，所以就是还未过嘛。还未。吼，目前那大概咱安尼阵嘛，2月13号已经上入去环保署要进行环境评估，大概作业时间偌久才会过？这个中科园区馆长啊，8-9年啊，吼，今年这个月吧，咱处长去二零开一个精密机械园区的座谈嘛，吼，人迄。理事长就甲咱讲啊，讲咱台湾真正是破奇迹了，一个科学园区吼，创8-9年创啊袂好势。安尼你甲看，处长你甲看，咱这个环评大概什么时阵，伊的环评二阶环评会通过？我直接甲议员报告了吼。弄好几时辰吧，你这样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其实中科院本身嘛足关心的，因为相关的周边的这道路网或内底公共设施嘛做好啊。是啊是啊，阮大家拢足关心的啊，所以才针对这问题给你问。所以因中科是安尼认为做好了，因本身就是经济部，其实就含环保署先有内部先有一个沟通啊，所以拢有一个大概应该爱做的，拢总好啊，唔得上这个环评要审查呢。所以即马就是拢一直卡在这环评嘛。所以如果若无意外，应该足紧的啦，因为伊嘛预定讲看你后半年就会当相关的厂商来进驻我呢啦。足紧的，是不是？会当拜托馆长、拜托处长，恁是毋是会当较骨力的去环保署行一下，跟沟通一下？因为这个科学园区真正啦吼，是阮二林人的二林四乡镇所有乡亲的寄望，但是已经扛这久啊，8-9年啊，馆长你敢要让延到10年？啊，真啦，会当第一日临来做出一个成绩出来，这后盖嘛是你日后的政绩呢。哦，因为吼，我实在是足关心的，所以你干那写一2月13号进行环境审查，所以我本身无了解，恁到底恁这文字游戏是啥？是已经过啊，还是还未过？还是还搁等咧审？哦，啊，那目前为止听起来是还搁咧审嘛？哦，啊，所以也没有一个时程表说大概二阶环评什么时候会过嘛？啊，二阶环评无过，要哪就上？对无，你嘛是，恁是毋是爱拜托恁咱管府大家到处一下拉咧吼，尽量去赶紧把咱的环保署吼，咱的环评尽量紧扫好过。啊，总是要一个时辰啊，馆长，是毋是拜托馆长你出一下拉咧去环保署吼？啊，看当时啥物时阵一个时辰，啊，把咱这乡亲报告一下。啊，无大家拢空空咧等，敢知讲啊，中科要来，中科要来。啊，即摆像我出去外口咧坐，大家拢甲我问讲，啊，议员啊，中科敢做会成？我看是做袂成啊。啊，付遮久，付到8-9年啊，嘛还袂做，吼、哦！啊，我是一直甲因讲，大家要有信心，所以拜托馆长，吼、哦，这个、二阶环评你爱到处食啦，嘿啊，处长是真辛苦啦，但是我看啊，环保署可能啊拜托咱馆长吼到处食啦咧，吼、哦！啊，过来吼、哦，因为咱这个、因为咱要因应咱中科园区嘛，吼，咱76线，吼、哦，我头先有看到咱这馆长的市政报告第10页内底吼。讲108年吼，张咱61线都要全面通车了嘛吼。啊，但是吼，这76线延伸线吼，是不是
这是公务处的嘛，哈，我想请问一下公务处长，现在76线这个工程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正式开始落实，开始施工？来，请公务处长。谢谢议长，谢谢我们谢议员对我们东西向台76延伸到方圆20的关心哈。那跟议员报告哈，这个台76延伸的部分，它的环境影响评估在去年10月5号环保署已经通过了。那整个的建设计划就是要征收土地的钱跟工程的钱哈。现在公路总局已经报到行政院了。那就我们这边收到的讯息，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预计在5月底开会。因为那个公路总局交通部那边有请我们准备一些资料，他如果5月底开会通过之后，那整个预算到位之后，那整个交通部就会进行后续相关的用地征收跟后续的施工。那有没有一个时程说预计什么时候开始动？用地征收的部分，如果他核定之后，他就可以开始进行。那因为用地征收还要依照我们土地征收条例的部分报到内政部办理征收，完之后就可以进行工程。这个晚可能还要好几年，不会，那个应该会很快啦。在做行为，那个我们都有在跟交通部一直在沟通相关的时程。对了，因为哈，跟县长报告一下哈，这个乡亲对你的期待哈，是真给你看中了，因为这条东西嘛，是你做立法委员时阵吼，带交通部长来阮李林图书馆开会核定的嘛。啊，你看迄个时已经几年啊，即卖已经经过几年啊，但是目前为止，这条70号线都有啊，听，雷声大，但是雨点小。我是对这条70号线寄望真大啦吼，因为这个案吼是伫你的手，你家己讲的，你家己带人来核定的。我希望伫你馆长任内吼，会当吼尽快吼，把这条70号线吼尽快开始施行吼，发包施行。这唔只是你馆长，你当时做立法委员，安尼延续下来你的服务嘛吼，系啊。因为你林要发展，就要靠这条70号线，啊拜托馆长啊大力吼，甲阮支持啊。大力给阮推动，啊，尽快啦，尽速，哦，莫干呐靠咱处长啦，馆长也出些力的啦，真诶啦，这是希望看第一日临来，会当吼完，会当开始，我唔敢保证完工啦，但是吼，看会当第一日临来吼，看会当开始动工无，啊，互阮大家有看到成绩出来嘛，无干呐嘴咧讲，人拢也讲馆长干出一支嘴样讲，啊，到底有做到无？馆长，大家拢对你真期待啦，吼，以上是本席报告，谢谢。请刘锦昌议员发言。感谢议长、魏县长，我们县府各局处室一级主管，以及我的议员同仁哈，以及我们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哈，5号刘锦昌第一次发言。馆长，如103年12月25号哈，到今日你嘛就职已经超过一半，2年半了，我讲。这一本哈，市政报告哈，琳琅满目，嘛非常的精彩。县长，你2年半哈，你给自己打几分？来，请县长回答。主席哈，回答留言的问题。这个市政报告，我们有近程的、中程的以及长程的，这是一个愿景。好，那我们自己说几分，我们就交给我们县民去打。但是我们对我们的施政、我们的作为，我们是有信心的，而且我们是积极的作为的。馆长，这个施政报告哈，后面几页哈，我有看到我们的县政的荣耀，所有的考核项目哈，考核成绩，我们是全国第一名，不然就是。第二名，不然就是特优，不然就是优等。如果照这门成绩哈，你应该是爱100分呐，第一名。但是最近哈，网络有在传，网络啦，我说网络啦，某民调公司哈，有做全国各县市的满意度评比。但是我感觉馆长，你做干哪有嘞哈？但是没有得到成果。你作陪倒数第二名，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哈。民调的东西，当然我们是参考，而且它也是起起伏伏的。
那因为我们施政的是我们施政的作为，有时候哦一定会是啊影响到既得利益，比如说我们解决台化的问题，我们八卦山全面禁采的问题，我们营养午餐做一个变革，这些当然都会影响，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做这种事情是对的，哦、所以我们认为是对的。所以我倒有讲啊，我嘛认为做认真嘞，真个人讲吼，馆长无认真做，我讲伊做认真做，做干哪股嘞？因为有啥物？你要寻求连任，这是第一考量。当然为我们彰化县吼争取建设、争取社会福利，这是第二考量。绝对是安尼，我嘛是同款啦。我想要认真做，因为我要连任。但是你做认真做吼，让民众无感。我打你改讲诶，你有很多的施政政策哈，你的理念哈跟实际面哈是不对的，让民众没有感受到幸福，也感受不到我们彰化县政府那种以施政的福利。就打你讲一点，你最大上任以来第一最大的那个外面的评价的一下，把营养午餐砍掉了。我说好的政策是应该继续延续。啊，当然你的力量平和使用者互惠啦，但是要实际面有很多中产阶级不是中低收入户的很需要这样，很需要这一个营养午餐，只是你感受不到。但是针对有一些好的人，你免去补助这20块，因为一枚吼，现在开都开几啊万呢，所以应该针对吼，遐顶尖的高收入者吼，来针对营养午餐来收取，但是全面性也应该要全面免费啦。因为有的人不可能讲我负担不起，要叫政府他不好意思开口，这就针对营养午餐的部分。啊，再来就是啥，馆长，你就任前吼所开出的一些社会福利吼。陆续跳票，尤其是啥333政策啦，生囝真简单吼，你这个欺骗在年轻呢，那个夫妻欺骗了两次，然后欺骗两届，你知无？你当初讲讲吼，生育补助3万，领一届尔嘛，但是育儿津贴吼3000块会当领到3足岁，有很多吼。不是在104年1月出生的吼，伊心内来去想，万件吼也会当个领2年半，啊无万件嘛也会当个领1年。结果你上任以后吼，宣布讲要104年1月1号出生的才有，所以已经有一寡对你就有负面的评比了。但是你当初这个政策没有考量到咱财政问题，所以在去年8月嘛，你又给他排付了嘛。所以过去领有到的，现在领不到，会你骂到臭头无？绝对的。啊，佫还有呢，369。你讲吼，要领3000，领6000，领9000，但是最后你领2000，其实也比较多啦。但是民众吼心里在想着，你当初甲我讲吼，满65岁以上会当领3000，80岁领6000嘛。90岁领9000嘛，所以讲遐时段吼，为遐等足久的，但是等2-3年，同款领2000，所以讲这也变成你负面的，吼、哦、啊再来吼，我就讲吼，满口假牙，遐时段就之前您跟那议员捌讲，遐老伙仔吼，等到已经做够啊，也等袂到，哦，所以说为什么议会？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一直希望说，你把社会福利，你给人开出去，你把它编足嘛？啊，实际上能编足吗？我懂不？我懂嘛，因为经费就是这样嘛，一块饼就这么大块而已，你有才调，把这嘴这么大嘴哦，没有办法。所以说这期哈，给现场一个经验谈啊，啊过来哈，我就讲哈，其实有很多哈，过去沿袭很好的政策，但是哈，县长你的施政，你的理念哈。跟实际面有落差，我就讲吼，那乘车补助本来300块，你给它提升到1000块，
但是是局限员林客运跟彰化客运。变成遐是我时代想讲吼，代替嘛袂坐哩，其他的客运啊嘛袂坐哩，看会到，用袂到啦，看得到吃不到，懂不懂？你一千块，伊根本无可能坐员林客运啊、彰化客运，我都一那个一个月坐个一千块，不可能啦。所以说，你开出这些变成好像时代会嫌，吼、哦，啊，过来一点，像那个社区的志工吼，亲近家园的部分，我去回忆嘛，工作一届，即志工拢是义务的，拢替我们彰化县在清理社区、清理环境的。但是你上任以后，你把他的资格加严了，钱领较少啊，变成参一个早顿都付袂出来。你想，即民心会反吗？绝对反的。啊，过来，社区巡守队。过去呢，他们有一些评比的绩效奖励，也把它砍掉了。这个好真济，这嘛无真济，这是几百万的东西。但是你可以让这些志工，当没拢去要去损这志工，有一个那个经费的来源，哦，以及一个那个慰劳他们。但是这些你都把它砍掉了。所以我说你负面的声音从哪来，就是从这些来。甚至呢，后备军人指挥部。这我嘛清清有听到，在那个启智学校办大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起哄说县长要加嘛，过去都补助250万，不要补助啊这。处长，民政处长，最后补助多少？而且呢，指挥官要特别来跟议长拜访，也特别有拜托议长，议长也特别交代，结果好像也砍一半，剩83万。准家吼后备军人的肩膀是拢起去替人去做工课。我说这种明星你都不会去拉拢，花少钱又可以拉拢，你都不会去做。莫怪你民调会作陪倒数第二名。这个吼，我们回去来检讨了。那我们也再跟议员来请教吼。如果说，当然，如果说用拉拢人心的话，当然我们也。每个人的理念不一样啦，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比较有感嘛、哦，所以我们会调整我们的想法。啊，还有县长，这是中央政策啦，哦，当然你要能去改变也有限啦，一例一休还有限定工时，所以我嘛讲几啊届啊。刚才县长有回答哈、哦，说我们县府哈、哦、有办了很多业者跟劳工的座谈会、宣导活动。这我都该管问题哦，无在了该管问题，因为呢，你宣导活动、座谈会办再多长，在劳工赶快赚袂着钱。劳工是靠啥赚钱？就是靠加班赚钱。我讲政府才没有咧，咱讲咧劳工要靠家己基本的劳力，要认真拍拼赚钱的机会，政府都不给他，啊，你们总叫劳工憋死。所以为什么你要民调低？如果我们劳工处除去查气越多的话，民怨就越多。好，包含说一些违反农地使用条例的，对不？地震处、农业处除去开罚，一开罚就是6万。我拢啊过去人房屋税、地价税拢去纳，啊，你即马甲人讲伊是违建，叫伊拆除，还开罚。安尼过去纳20-30年的税金，你唔是爱嫌人？哦，我说这政府哦不能做这种土匪的动作，你安尼变成给人家偷匪的物件。啊，别个点，这是错误的，哦，所以说哈、哦，在我们行政单位如果能够跟中央建议哈、哦，尽量能够争取的，那个应该我们是站在哈、哦、辅导民众、帮助民众、服务民众，不是哈、哦、去刁难民众啊。我讲今麦政府变成去刁难民众，所以说为什么民众无感？你做寡济没有感受到幸福，哦。就算讲你包装，你嘛要包装哦，水啦，唔是讲你敢想要做到，做到不一定到的，要做到民众有感受到的才有用啦。哦，好，县长，谢谢你，良药苦口啦，好，谢谢。我听吼忠言逆耳，况且你听了也未爽，但是我是希望你能真的听取加继承加议员的心声啦。好，哦、谢谢。未来还有1年多啦，好好努力啦。我也希望你能够连任啦。谢谢。因为哈，你嘛是好人。谢谢、哦、县长，良心的建议，谢谢。好，谢谢指教。来，请坐。请赖哲明议员发言。好，
哦，谢议长啊，现场我们县长，然后我们局处所有哈一级长官，然后还有我们议会的所有同仁，然后现场媒体朋友哈，大家午安。本席19号哈赖哲明，要来问看卖嘞，就是说哈，我们想请问一下好了，因为这个问题可能问一下我们的建设处这边好了，然后请问一下处长哈，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议员如果有问题的时候，要在跟我们县府要资料的时候，如果有关系到我们的县政议题，或者是甚至有将县政的质询的话，我们县府是不是应该采取最严谨的态度来应对，来提供这些资料，好让我们做那个县政的监督这样子？处长在请吗？处长回答。谢谢议长啊，谢谢赖议员哦。关心这个县政咨询需要的那个相关资料，这个我们也是应该的哈，要来提供的了。对哈，好，那我就针对哈，我边不把行啦，我就针对我们今天的施政报告，还有我们的最佳那个最佳减预算就好了哈。我们施政报告里面的第五页哈，有一个落实商圈永续经营哈，创造县内观光经济这个哈。针对这个议题的话，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追加减预算里面的第一项，就是我们建设处振兴彰化县商圈产业发展计划的200万，应该就是同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在港捷民家嘛，对不对？啊，只是说你们的执行结果，就是说有执行的园林的打石项，然后二八水及田中商圈嘛，二八水三民家，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田八宝市集，彰化市大埔商圈。还有鹿港老街文化节、嘉义瓦当，我们下去执行一个地方的经济活络，然后还有促进地方观光的那个活动嘛，做补助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不是社区，也不是工作申请，是仅限于我们的商圈在做申请嘛，对不对？啊，所以相对这样敏感协助，我说，既然你们有这样子的这么多的资料了，那我就说，那为了说这个未来200万，我们希望说，如果说真的那么好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建议说，我们不要只提200万，我们多提都没关系。但是这个需要你们来跟我们做说明，所以我特别开给他们更些楚门工啊，是不是这个相关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一下，在议会开始之前，我是上个礼拜跟你们要的，有个建设处要，然后我想说上个礼拜会给我，也没给我，那也许今天早上会给我，也许在我们发言之前，在开会之前还可以稍微看一下，也没给我。我想讲是不是讲，那那管建户对这个我们议员的要求，是不是有点螺丝有点松掉了？跟议员说抱歉了哈，这个我回去马上了解一下了。照理说，议员要的相关的我们追加预算里面的那个商圈的资料，应该这个是可以给议员来参考的。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话，那为什么都会好像不太把我们议员的要求不太当一回事这样子？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是想办法要帮你们了解之后啊，想办法帮你们背书啊，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更多的预算让你们好做事情，甚至说你们也慢了，立马做点用完你们黑嘛，我们也很开心啊。元宵猜灯节、荧光彩街晚会也照在我们园林打石像啊，我也很开心啊，很好啊。我希望做快这咧，然后看园林有几个商圈，我们每个商圈都下去做都没关系啊。但是你弄白猴啊，徐尊老师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帮你们说话啦。这个再跟议员说抱歉了，这个我们会改进了，因为我们这个商圈的推动哦，其实在地方啊都有发生共鸣啊。效果也相当不错了，效果相当不错是你讲的啊，我要的是你们的那个啊，结果跟资料报告啊。好 ，OK， 好不好？哎呀，好，处长请坐。好，那另外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那个第16页哈，第五项提升公共运输服务效能这个部分，想请问一下是哪个局处在负责的？公务处哟，啊，是不是公务处？我先问一下好，你等下可以回答一下。在我们第二项里面是说我们现在的公车啦，你第二项提到说推动公车动态资讯系统及智慧型候车设施，这个方面我很赞成。然后规划全线区域干支线公路公车路网，我们先搞解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公务处这边你们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想法，还是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对象，请不请公务处回答一下？来请处长回答。
好，谢谢议长，谢谢我们赖议员对整个怎么样提升我们彰化公共运输的效能哈，来跟议员做一个报告哈。那整个我们全线干支线的公车路网的整合是跟议员报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路线是属于公路客运，就是早期台湾省政府一直留下来的。那它这个部分也都是靠中央的一些补贴，就是所谓的偏远路线的补贴啦。那现在这几年，交通部正在推动整个我们多元公共运输哈，就是以第一个就是以我们的轨道为一个轴线主干管哈，那再来次要的支线呢，就由我们这个巴士就是公车的部分来做一些运输的效能。那在比较尾端的部分，再用我们所谓的副大众运输的部分，包括我们在20推出的 DRTS， 或者是我们的计程车，或者是我们城关处推动的 Ubike， 把这几项的公共运输去做一个串联。那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现在的公车，因为它有一些的路线是重叠的，而且有一些的路线太过于冗长，那我们就争取了一笔经费来就我们彰化县的这一些公车的路线做一个整合，那以几个主要的大的城镇啊，来扩充到其他的乡镇，这样子来缩短让我们那个民众搭乘比较方便，而且可以缩短时间。好，那个处长，感谢你的用心哈。不过本席要在这边提出一些意见哈。现在我们搭乘公车的人，其实我说真的，除了学生跟年长者以外，好像是比较少的哈。因为我们台湾这边的我们的路网事实上还蛮方便的啊，因为彰化县本身就是一个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不是很发达的地方哦，所以长久以来造成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经济也好，还是我们观光也好哈，还是我们的各种方面都受到这个影响，导致说我们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发展这种公路体系哈，这种公共用车体系这样子哈。所以在这边情况下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如果我们今天规划的对象，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规划的使用公车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一般民众，是市区的，还是乡间的，还是老人，还是学童，还是其他的，我们怎样哈？但是我希望你们在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像以我的选区大村乡为例好了，大村乡早期是园林客运这边在跑这个公车路线的，但是后来很多的哈，因为毕竟人口老化之后啊，以及人口的衰减之后哈，早期我们的那个公车是由学生学童哈去支撑它的运载量。然后来让它也可以顺利运作，但是在这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哈都市化情况下哈，导致说没有血统了，公车他们就开始减少班次，甚至修改路线，好，导致说这些年长者无法去使用到我们卫县长哈去精心规划的这个老人免费搭乘那个公车，甚至我们已经争取到可以到溪头那边去的这个部分，像哦我们大村乡茄东村。茄东村它是一个大村落，可是他们的老人有常常有聚落的时候，我下去问他们，他说：“哎，阿奈伯嘞，我们管丢诶，种诶，补助诶，公车钱，阿、啊、去都会飞行行嘞，阿、啊、都客运无来啊，阿、啊、客运无来，阿爱叫囡仔载啊，阿囡仔爱上班爱读册，阿免来搞阮载。他们不想给他们的好、哦、家里的那些年轻人哈、哦，不管是要工作要上学啊，他们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所以他们不敢开口要求说啊，他们要想要家人接送到我们大村乡的市区中心，然后再转搭乘我们的住的那个客运公车来去使用你的这个我们这个公路网。所以我希望这个公路网我们在规划的时候，一定我这样好了，比较具体叫做哈，我希望我们公路网在建设的时候，还有在规划的时候哈，我希望你们可以去仔细了解每个乡镇市，特别是乡，好，我们乡下地区的时候。交通越不方便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越需要这样子的公共设施，因为他们不可能开车嘛，你也不希望一个八十岁的塞车出门吧？坦白讲，哎呀、啊，你看嘛危险，我也觉得很危险，他也很危险，大家都蛮危险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你们在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年长者的使用情形，好，让他们可以使用，不要我们的好一个好好的利益，但是却没办法让最需要的人去使用到这些东西，这样子那就是一个浪费行为，好不好？哦、我希望这个可以好好做，因为我们的乡地区大村乡、永靖乡都有很急需这样的需求。好、哦，麻烦处长这样子，好、哦，谢谢。那、啊、处长请坐。那另外针对就是说，哈、哦，那个第21页的部分，哈、哦，21页部分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城关处，哈、哦，城关处这边，你们第一次向我提到说，哈、哦，办理跨域亮点计划，清水之声，哈、哦，幸福东南角，这个主题就是说，我们以
社头乡的清水岩，清水岩童军露营地为核心计划，再重新打造，让我们清水岩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繁荣观光嘛，对不对？欸、是城管处这边吗？好，处长好，我跟孟姐哈。现在我们清水岩这边的使用情形，因为我们县长也有在接续以前的我们的县政啊，我们在也在规划一个温泉区。当然我知道温泉区还没全部开放，目前还在积极招商当中嘛，对不对？这已经做好了吧？还是还在？你回答，你回答一下好了，大姐回答一下好了啦。那个主席，请那个城管处回答。来，请城管处长回答。谢议长，谢议员对那个清水岩露营区的一个关心。那温泉区的部分目前是进到有一家厂商合格，那目前是在预约阶段。那预计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在七月订约。好。我希望他尽速来完成了，虽然我不知道七月时候会有多少人想去泡温泉，不过民众还是很期待的。好，至少我们彰化县好那那山区这个沿线这一带的大家都很期待，因为清水岩是我们这一区的南彰化这边很多很多现在成年人他们的儿童史的一个回忆的地方啦，不管是去那里露营也好，烤肉也好，甚至参加早期救国团的那些活动，我本身有参加过，好。都很好玩，可是因为就是现在的环境变化关系，导致说那个小黑蚊的问题，当然这个不盖，好，这个不盖，我等下这个也不是你的那边的可以单一可以处理的哈，这个是需要你们跨部会去处理的。但是针对这个小黑蚊部分的话，我个人会建议，请我们城管处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中央也好，还是我们相关局处，你们跨局处讨论一下，你们配合，因为现在小黑蚊的处理方法，大部分来讲只有一个，就是环境的整合。当然我不是说环境整洁那一些问题，环境整洁跟小黑蚊没关系，小黑蚊跟那小黑蚊它是要有一个早期我们的溪流溪水环境去富裕，像红蜻蜓那一类的生物它的天敌来去克它，我们到底在不在哦。我听过这个讲法了，清水岩那个清水岩市其实他们自己也有超过这一个说法，就是富裕蜻蜓去抓。对，因为早期我们溪水里面到处都看到蜻蜓，夏天的时候只要下过雨，地上路上看到都是蜻蜓，所以那时候没有什么小黑蚊。所以现在真的说，因为我们的环境破坏关系导致小黑蚊滋生嘛，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至少我觉得它是一个方向。那我也希望说城管处说在这你们在推动推这个那个我们的清水岩童军露营地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一点，你们配合环境整合那个环境维护环境富裕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打造一个生态园区跟清水岩这边互相做结合。会，我们会跟清水岩市那边来做。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兼具生态教育，兼具那个环境教育，然后兼具地方观光的一个很好的设计。我想讲你哪有机会哈，你马上去讨论看卖一下咧，好不好？好。因为考试讲这个真的是童年回忆的地方了，我也很希望他赶快恢复到以前的繁荣的样子。是。至少说我们的东区这边的脚踏车的观光，它真的是一个很蛮重要的地点，好不好？好。哎呀，算请坐。好，谢议员。然后另外吼，但是这文化局的，还没来，要问吗？可以问吗？可以问哦。好啦，你是议员，你什么都可以问，你要问快问啊。那个文化局，请问文化局吼，文化局是这样子吼，然后请教一下，上次我去参加我们文化局的，我们古迹历史古迹的审查的会议，好，我们在那个今天出席的是副局长嘛，吼，你们有出席吗？代理你有出席吗？有吗？吼。那天的出席状况，老实讲，我很不满意，我很不满意你们的出席状况，因为我们的古迹维护是兼具了，兼具了地方观光、文化历史，甚至到我们的历史教育的程度。然后你们出席状况，就我所知的，城管处就没有出席了，你们没有邀请到人。然后我们的古迹的那个提报人，你们没有确实联络到。然后我们的，甚至说我们的地方的哈，那个学者你们也有，学者你们有联络到啦。可是你们程序齁，我觉得非常的粗糙，导致说你们虽然今天写得很精彩嘛，那个调研十一案嘛，完成六案，然后其中的蛮多案的什么活化修复那一类，可是就我所知的齁，彰化县的我们的古迹，我们的文化古迹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老实说这个数字我很不满意，然后不满意原因我觉得在于你们看待我们彰化县的历史古文物古迹的态度不够严谨。很多的部分的时候，我有看嘛，我有看。你来对黑暗西尊，那个程序上啦，时间就好了。当天的你们预计提第30案，
然后整个审查时间2.5小时，算下来一案时间只有4到6分钟。然后我想说应该不会这么夸张，然后现场去看，确实只有4到6分钟。你们4到6分钟就决定了一个关系到整个彰化县，我们彰化县历史文物古迹它的命运，这样子审查，老实讲，这样审查方式跟着程序，我非常的不认同。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下一次你们的审查会议之后，在那之前，你们之前准备作业也好，还是你们的现场的程序也好，我希望你们更加的严谨去处理，好不好？不要在现场说，对不对？大家抗议到讲不下去了，不要说他们抗议了，连我在那现场我都觉得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这为什么可以让民众这么的提报人这么的不能够接受你们的过程这样子，好不好？然后最后想请问一下我们消防局哈，那请问一下那个第70页的时候，消防局那个你们第7项哈，就是说为了增加那个民众服务的效能哈，你们新建的那个消防厅舍，然后其中一个很一大样就是在我们园林市的园林西区分队的厅舍哈，就第二大队那边的时候也新建厅舍哈，但是你们在后来我看你们的那个预算里面呢、啊，你们预算里面。你们自己提出了追减，其中就是追减了6400万，然后其中的就是很大一项就是我们的那个第二大队的园林西区分队厅舍的那个预算的追减，请问想请问一下你们追减的原因是什么？请消防局回答。请消防局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赖议员对那个园林西区分队的那个新建工程的一个关心，那因为是招标上有一点延误，那个厂商还标时间哦，那个就是一再有那个流标，后来有顺利标出去哦，所以为避免那个预算保留太多，先办理追减。不过整体的完工时间是不会改变的，大概是明年7月就可以完工。主要说就是说，你们今年因为执行不完，所以把预算先删除掉，你明年的时候再另外再提，是这样意思吗？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招标程序上有一点就是。在时间上那个才标出去，那因为预算我们就是先把它追减，避免那个保留太多，这样避免保留太多。对啊，但是有搞不搞那个整个预算的那个金额是已经核定的了，是照那个金额来对吧？够嘛？对不对？对。然后我听说我知道的说法是因为说你们是考虑到了我们彰化县政府每年的整个行政的执行率的问题，就是我们预算执行率的问题，所以你们自动办理追减，是这样子吗？如果那个保留太多了，当然是会影响我们县府整个那个预算的执行。对，可是你们还是需要这笔钱嘛，对不对？是，对，也会影响整个程序。是，对，你们还是需要这笔钱嘛？对，还是对吧？好，对吧？好，对吧？对吧？对，所以坦白讲啦，新建消防厅舍这种关乎到我们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这种重要的设施我希望你们还是以专业跟你们进度为最大考量，不要这样去动那个预算。可以的话我说真的啦。也不要为了这个执行率的问题去任意去动它，你让它顺利执行，我相信这种事情大家都可以接受，好不好？是，执行率这个是小事情，是，执行率这个是小事情，但是厅舍的新建，特别是消防或者是警察，我们警消这种重要的，关乎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不要轻忽大意，迅速的给它执行，迅速的给它完成，工期我们也要尽量去赶工。让他可以顺利在期限内完成，这样子好不好？是，因为那个如期来完工。因为本席非常担心说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进度啦。好，因为本席也非常期待说我们有更好的硬体设施，更好的环境，让我们消防人员可以安心的为民众来这个生命财产做把关，这样子好不好？好，谢谢。好，本席也期待你的表现。好，好，以上。来，请林志贤议员。好，谢谢。就大埔排水啊，截水沟的清淤问题，请教水资处处长。我在4月4日切挂的 FB po 文啦，4月17日，恁就开始动工咧清啊，清到今嘛，拄啊赖议员看的相片也未清好。4月7日，我就伫 FB po 文啦。恁4月17日正式开始清，结果清到即马也未清好势。4月22日，你派你的承办人员去我服务处甲我讨论，
讲要甲整套清淤的计划送给我，到即马已经5月12日啊，整个清淤计划还没送给我。我想大埔排水沟节水系统每年拢开真侪钱来清，无一个彻底解决办法。本想要甲你讨论彻底办法，结果你到即马也未甲我做伙讨论，也未甲整体计划提出来。我想这个是有一点怠惰啊。对于贵处这样一个简单的布袋脸的清淤工作，过去的人家的执政清一年清一遍，天都冻两年，为什么咱爱当年清？阮有希望要甲你做伙真好个方法要甲你做，结果你甲我约时间4月17日，约到今嘛也未正式讨论，请处长请你答复者。请水资处陈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对这个布袋脸清淤的关心。首先说明一下哈，这个大埔节水沟这一次的布袋脸的状况哈，是因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这个合约的这个延续有一个空窗期，所以我到水资处的时候，这个整个布袋脸已经布满了大埔节水沟、石狗排水以及羊子厝哈，所以那时候2月底已经就请这个大埔这个我们布袋脸的厂商下去处理。那因为整个布袋脸的这个延续繁殖滋生的力道很强，我知道。我告诉处长，你们对布袋脸的生态整个牲口习性不是很清楚，我们已经备好专家学者要跟你们做全盘的沟通讨论，但是从4月17日你红单个金嘛，到底你是有想要甲这个代志做好好些无？来跟议员说明一下，4月17日有约议员要讨论这件事情，我并不清楚。但是你属下无甲你报告怎样？我希望你尽快把你们的相关资料准备好。你这几年这5年来，你开的清淤的费用偌济？整个河道的整个结构是怎样？我们愿意跟你提出一个完整的解决办法。好，这个好不好？这个没问题。我们清淤的方式其实也在做检讨。不能当你开这种公钱啦，好不好？是，了解。谢谢你，请坐哈。那针对县长的整个市政的总报告，我相信做了非常的完整。那这个整个市政总报告应该是计划处长拟定的吧？整体做会诊吧？处长是不是？请处长回答一下。处长，请回答。谢谢主席。谢谢主席哦。那回答那个林议员的问题，就这个部分是计划处这边会诊没错。计划处做整体的做整体的会诊嘛。我想我请教你，现在中央政府极力在推动所谓的前瞻计划，请你讲出前瞻计划的5大计划的内容。包回答议员哦，那前瞻计划5大内容，第一个是轨道建设，那在水环境，在数位建设，那还有一个绿能建设，那最后一项是城乡建设。很好，轨道建设跟绿能建设完全是中央在主导的，其他的水域环境，当你忘了一个叫水域环境建设，还有城乡建设跟数位建设，这个是竞争型的建设。只要你地方政府提出比较完善的计划，中央就会补助了。啊，我看起来哈吼，间隔施政报告虽然看起来非常完整，但是无符合目前中央政府在推动所谓的前瞻计划。你若去符合跟中央的前瞻计划接轨的话，安尼你加真省力。你所争取到的建设经费会较多。啊，我现在想要提出的一个，我们最近5月4日，监察院公告弹劾纠正彰化县政府的环保局，所谓的东西二进、东西二进的污染，这几年来拢无解决，而且污染的面积继续咧扩大，所以5月7日，监察院正式发布新闻稿。纠正彰化县政府，当然这不是江局长你接任环保局以来，是过去延续来，但是政府是概括承受的。对于东西二进，整个对于我们农地的污染，彰化县政府看起来目前也无提出
一个真完善的计划，没有提出一个整个完善配套的措施，有办法彻底解决这彰化常年来的痛。东西二郡的污染，我们每年这四十年来花在整治农地重金属的污染，可能超过50亿了。但是问题无解决，颠倒给彰化农产品冠上污名，讲咱家的农产品拢可。我再提供一个数据，彰基的苏哲进医师在 WHO 发表的论文，全世界口腔癌最多的是在彰化县。他认为真跟重金属的污染的暴露风险有相关密切的问题。那这一次的所谓的水域环境的建设，喜安湾我们没有做整合的，水之处跟环保局应该要做整合型的计划，向中央争取把东西二进的污染彻底解决。最近馆长真好，争取一个100亿的在做彰化县的污水下水道系统，整个要把它建设。但是这个工业污染为废水东西二进的，可以参考县长的那个所谓的污水下水道浅顿工法，浅顿工法将东西二进的灌排彻底的做分离。过去咱咧讲东西二准要彻底解决污染，就是要用灌排分离。但是灌排分离因为农地已经做整个规划完了，要再取得土地很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河径的下面做浅顿的方法，将整个污水工业为污水全部导入所谓的下水道，这个灌溉缸锅上面的下水道。啊，这个东西二准拄好行入来彰化区，如果你若有法度把这个污水完全做灌排分离，用浅顿的方式把整个工业废水全部集中到下水道下去，我想东西二准不是彰化的痛，不是彰化的痛，有可能变成未来所谓的左岸咖啡，我们彰化非常漂亮的一个。因为东西二准跟每一个家庭跟每一个乡跟彰化几乎是拢是生活很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请那个水资处的处长哈，你这是土木的专家啦哈，你是不是应该爱替彰化县政府利用这个前瞻计划，替环保局两个局处是不是会当整合起来，把这个东西二准的计划提出来一个计划，向中央争取彻底的做灌排分离，让彰化的东西二进成为彰化未来清水最漂亮的左岸咖啡，请处长你回答一下。请水资处陈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议员。议员针对东西二郡改善的这个想法很有创意哈。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解决的答案。那这个部分我可以再跟林议员这边做请教，谢谢。馆长上任以来啊，吼，嘛请地检署两个检察长林汉强去馆长室，针对当时局长是不是安尼，环保局长要彻底解决污染的代志，甚至嘛收啊足侪人的，但是污染有解决无？局长，你请你再回答。你们俩，你先暂时不要，先站一下，请来局长，环保局长也请你。请环保局江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我们东西二三郡的水质啊，在106年，今年都已经达成灌溉水质的标准，已经达到标准了。对，达到标准，这是骗人的啦！有时偷偷排你嘛都唔知影啦。啊，若是达到标准，是安怎农地还佫继续污染？我想吼，爱填贴两个机关，两横向整合，要真的要提出一个彻底解决办法，好不好？你们的谈，你们被纠正，有没有人脸要说话？有没有人脸要说被处罚？跟议员报告他。其实整个纠正文里面都是在谈102年呐、啊，检察官介入之前。对了，102年之前的事嘛，但是102年之前的事到现在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些地下工厂的污染还是存在，所以这个计划我希望处长，所以我希望两个处长能够在3个月内
提出一个整合型计划，提供一个整合型计划给我服务处，然后我有报告给县长，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让彰化的东西二郡彻底的不但解决农地中心属污染的问题，还能够让这整个城市的风貌彻底的改变。这不但这经费免得家己管政府开呢，按中央政府捐助的用的，所以这个是彻底解决东西二郡的问题。有没有办法做到两个处的处长整合起来，好不好？好，请坐。那我针对前瞻计划另外一个所谓的轨道运输，大家对彰化县所谓的台中立线延伸到彰化啊，县长是积极的在争取，甚至也要积极争取延伸到和美鹿港。我们暂时不要谈路线的问题，如果依照目前路线，对彰化市来讲是一个擦边球，对彰化市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个是我想公务处长应该很清楚，我已经跟他讨论过了。要改变彰化市的话，必须要在彰化建构一个所谓的环状捷运系统，才是对彰化市最有利的。因为彰化市北彰化人口最密集的是彰化市，有24万人口，那东区有9万人口，不要忽略的东区。那我现在要谈的是 TOD 的概念，一个捷运系统到一个城市，不是只有交通运输，是要以交通建设为都市发展的导向。所以建设处长，你不知道有关心捷运系统到彰化的事情吗？请问，请你回答，你不知道有关心到？请建设处代处长回答。感谢主席，感谢林议员关心这个咱绿线捷运哦，迄、那个延伸线啊吼。其实我嘛含公务处长嘛一直咧讨论啦，嘛期待讲伊延伸线会当对东区有一个无共款。你东区有一个无共款，是你讲的哦。你我有想到个东区的问题啊吼。是。因为东区有9万人，如果完全无你去东区，是一个非常落伍。我想。在这里，我要跟你很明确的讨论两个专有名词，一个叫 TOD， 就是所谓的以交通建设为城市发展的导向；一个叫 TIF。那这个整个线进来，每个捷运站的站的周边，你都必须去考虑所谓都市计划，将整个都市计划去做更新。配合老人安养中心，甚至于儿童托育中心，甚至于整个学校市场的改变，都要靠这个捷运站去做整个都市的改观。那处长，我很高兴听到你已经关心到这样，我也希望很明确的你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给我服务处。到底这整个捷运站，你的都更要如何配合？你的都更要如何改？然后你也要必须要去分析，因为你要向中央说服中央。现在中央对于公务处它的铁路高架还有非常高的疑虑，因为他认为他的 TIF， 他的所谓的未来税收盈利的效益没有做很好的彻底分析。这个部分是你们城乡处、你们建设处的专业，所以。我想县政府是一个团队横向的整合，是应该更加的去做横向的整合。无论是铁路高架，或是捷运立线、捷运延伸进来彰化，我都看不到彰化县政府有做很完善的所谓的横向整合，甚至于包括目前上个会期我提到的一个两件事情，一个是。彰化八卦山跟彰化市整体的观光的规划，这个城乡处已经在规划了。那我很想再追问你一件事情：我们要将整个利用捷运跟铁路高架，将彰化火车站做整体的规划。这个工程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委托出去了，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因为我服务处这个是我建议的，但是开会从来没有知会过我服务处过。你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那我想秘书长应该知道，因为当时县长是指示秘书长做召集人。秘书长，请你回答一下，这个计划目前对着彰化市火车头整体规划，咱有发包一个工程在做，这个是跨层级，从中央到铁路局，到彰化市公所，到彰化县政府，还有我们整个彰化县政府的各科室都应该参与的。迄当阵真清楚，伫议会厅，馆长答复是要求处长做召集，做秘书长做召集人。处长这個，秘书长这个代志进行到什么程度，请你做答复者。请赖秘书长回答。好，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哈，对我们彰化火车站这个整体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关心哈。这部分是在我们今年哈，我们有召开一个，包括彰化市公所，好，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台铁，是，这一些单位，还有我们公务处，你们都有去做访查了吗？对他们就是因为你有去做他问卷调查，像他们的问卷，我知道你们已经在，但是开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智慧本服务处呢？那个时候是还算是个内部会议啦，哦，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讨论。好，那目前来讲，因为公务处这边有一个专案的委托案，哦，那么他们本身来讲，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可能涉及到一些交通的规划。哦，那这部分我们已经有在进行当中了，是这样子。那台铁它本身也有一个旅客的一个规划案，哦，那至于说那个它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停车场的部分呢，哦，是公所的，哦，那公所的部分我们还要再请公所来，就是说这个部分应该还要去做一个当地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规划，是这样子。那其实事实上，这个地点来讲，涉及到蛮多单位的了。当然，所以，他们目前的一个每一个单位目前来讲，都在进行他们的规划当中啊。所以，当然，整个火车站的整体规划涉及的单位太多了，所以必须要去做沟通协调，必须要去做整合，因为它是整个彰化市的门面，对整个彰化市的发展是非常重要。谢谢秘书长答复，我希望你能够做好这种幕僚的工作，做好这种沟通协调的工作。那最后一个，我想前瞻计划还有一个所谓的数位建设，那彰化县政府有没有准备好所谓数位建设？彰化县政府是掌握所有彰化县最多的所谓的数据，大数据，尤其是卫生局长他每年从事万人的健检工作，那这些数据是非常的庞大，这些数据就是做好数位建设，甚至于可以转换成以后彰化县政府的财源。那上个会期，我也要求法制法制室、甲资格室，爱去提一个彰化县大数据管理的自治条例。啊，今麦我看，迄，那个案尾啊，我收转来，因为恁甲我讲看，但是看起来中央积极要推动所谓数位建设，就是用这个大数据做整合。彰化县政府是掌握所有彰化县所有的，尤其是卫生局，他做了那个所谓的健康检查，那个数据是非常珍贵的。啊，要安怎让这个大数据未来会当转型？可以做中华生产，可以卖哦，这个大数据早就可以卖了，可以做我们的财源来源。我希望馆长要重视这个事情，要把这两个科学整合起来，我们要提出中华馆的大数据的管理的自治条例，好不好？县长也请你答复一下。请魏县长。好，谢谢主席，哦，回答林议员的问题。这个数位的建设啊，哈，当然是中央在主导。那地方政府，我们为了推动彰化是一个智慧的彰化，当然大数据啊，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哈。那我所了解，彰化县政府每一个局处，哦，像税务，它也有一些资料，哈。那到底我们到底是不是要用
是由来主机来做主证呢，还是怎样？我们会内部来讨论，好、哦，把所有的数据都收集到一个单位来，好、哦，这个部分我们再参考议员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一定要做的，杨爱总一定要做，这是未来的趋势，对对对，这是一个趋势，哈、哦，哎啊。这个里面的建制的东西，当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才能够去中央争取这一笔经费哈、哦。那我们有在思考，啊，我们也积极来推动了。谢谢县长。所以我想最后我做一个结议哈、哦，中央现在在推动所谓的前瞻计划，这五项大计划，我们彰化县政府的整个县政必须去做追轨，我们所争取到的经费才比较容易，也才会比之。争取更多的经费来建设我们彰化县，谢谢大家，谢谢。继续请赖清美议员发言。好，谢谢，多谢主席、馆长以及主管、媒体朋友、各位同仁哈。巩固咱馆长的施政报告哈，在72页第十项哈，本县全国首创110跟119案件电子化互通转报功能。会缩短110跟119互通诶，转报诶，交通事故啦、火灾啦什么的。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个转报哈是转哪里呀、啊？是你们公部门在转报而已，还是跟一般民众有回应？这个要问谁？110还是119的？你们互通嘛？现在你们互通啊？你们两个局处可以混为一个局处嘛？哈，啊，你们这样子互通，是恁是甲案件转哈？19还是19转落一空，还是啥物人转落上？敢若恁公部门在转，啊，其他像阮一般民众，阮知影恁转来转去是转落上无？主席，我毋知是要警察局的消防。警察局杨局长回答。啊，谢谢主席，谢谢我们赖议员的关心呐、啊。我们这110跟119本来是两个系统，啊，民众打电话只能打110，或是单独打119。那现在我们两个系统透过中华电信、啊、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是说有打电话到110的时候，我们接听电话人接到他这个是指要报说救护的，一般就是我们受理了以后转给他，或是请他直接打119。那现在就我们直接受理，我们打资料进来，譬如说他讲什么地点什么样，我们打的时候就同时按到119去，他那边的指勤务中心也可以马上看到这一个，不用。经过我们记录了以后，再打一通119给他。那局长，是我们机关间的联系。只有机关间的哈。是。我知道国外有那个反向通报，局长你刚好听过。所有反向通报，我想要问一下哈，咱每一年的风台若来，咱管户我看拢一级主管、所有科长，包括暗时拢底下值班，对不对？嘿，然后说希望民众报案报。说譬如说报案说哪里塌陷了，哪里交通怎样啊，海水倒灌啊，地下道不能走，是不是都这样？我请问齁，各局处，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哦，晚上都在那里值班，有时候在那里还吃泡面而已齁，电话几号啊？我们要打到县府的电话几号？除了110跟119以外，咱风台大水来的时候，大家拢叫咱讲，着爱拍入电话来讲，啊，咱的迄、那个啊灾情是安怎通报嘛？然后我知道，县府这边拢有电话嘛，电话几号？刚咱所有24局势的人，敢会知影电话？有人知无？风台若来啊，阮民众要报案啊，我要爱敲。我拄仔讲的110、119以外，我要卡到一支，甲咱底下所业的人员说哪里发生重大事情，请民众不要通行。这电话几号？无人知啊，无人知啊，这是咪爱直消防局的？几号？局长，请坐。谢谢。请消防局李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赖议员对这个风灾时那个报案电话的关心。我们应变中心是有一次专线，不过这个是没有对外开放哦，就是我们 啊没有对外开放，我们还是以坐在那边，不是，我们还是以现有的系统，就是110、啊、现有的110跟119报案系统来受理民众。可是每一次我在风台大水的时候，我都有看到您说，您可以把管户报到一支电话，
讲真，迄个电话我咪未记啊，叫我记我无在条记。1019是很通常。一致电话怎么可能受理我们？你怎么知道嘛？你说这专线，那请问一下，你们专线？那个一致电话当然是不可能受理我们全部我们民众的报案，我们还是。不然我问一下啦，吼，你专线都没有人知道，你们排排坐坐在那边。有当下洪太阳两天，啊，恁就坐两天伫遐呢。我县长也是在那边。我们有一个那个消防署一个那个灾害应变的资讯系统哦，你打110到19电脑，那就会转到那个。那何必你们？那就已经打到1019啊！你们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每一次台风台大水的，按规个局处拢动用的人员都坐在那边防灾啊？没有啊，那个因为他。报案内容如果是属于各骑士，那你是在坐红看尔吗？不是啦，那个牵涉到各骑士的业务，还是要马上就要转给各骑士来列管啦。如果是道路的话，当然就是要给公务处了。是。捌民众甲我讲吼，搁恁内面伫遐内底防灾，讲看遮个机关的脸书吼，比通报的较紧。你们不不然，实际上是要处置啦，那个看了没有用，要实际上那我现在在建议啦吼，嘿。您今嘛都啊，警察局长跟消防局长，消防局长没回答，警察局长有回答吧？你们是互通嘛？互通是你们内部的，我觉得这样这个举，这方案不错。但是咱敢有法度变成跟国外一样反向通报？所谓反向通报，我反向通报，局长，你捌听过反向吗？因为这个有说那个。操作性的听力哦，我不知道那个议员所讲的。来，我讲的意思是啥哈？对对。嘿，我知影吼，譬如讲美国，因为我拄有一个朋友住伫美国吼，伊就讲，哎，咱台湾敢毋是会使改安尼反向通报？因为咱中华电信咱改做熟，咱拢会知影讲报案就甲咱拍110、119，遮咱才会知。咱是毋是会使自动自发？咱甲中华电信有连线的话，譬如讲紧急的火灾啦、抢匪啦。绑架啦，歹徒往哪边走？换你们把彰化县那些行动电话列入一个方案。咱甲咱所有吼，登记伫咱彰化县的电话哦吼，讲哎，今嘛歹徒往消防局的方面走，哎，咱这边是不是爱大家说你啊？歹徒往那边过啊？咱是不是倒一台的车号几号？搞不好他。绑匪的时候，我安尼看到安尼的电话，看到迄个车牌的时候，大家有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讲，啊，头前迄台车就是别囡仔去的嘛，对不？绑票啊，嘿，绑匪啊，是伫遐，反正安尼是毋是较紧？我相信我讲的这全国所创，局长，哪会使是恁往讲看卖？啊，风台大水的时啊，阮啊讲，若淹大水，拜托大家莫搁去遐买海产啦吼。新港上长的彰化县第一上长的地下道已经淹没啊，吼，大家拢唔通往遐行。我看到会知啊，倒位放去，倒位啥，是毋是予民众安尼较直接？恁嘛毋免坐遐索业，嘛毋免坐迄落。我相信即款电话钱嘛有限啦，对无？同步发布嘛。咱彰化县啦，别人还无做，咱彰化县先做。讲彰化县遐尔先进，你一定甲我讲，这支电话你拍反说无伫彰化县，但是咱着以彰化县有登记的电话来甲因通知。你认为本席讲有理无？赖爷那个是非常有科技智慧的那个理念哈，不是科技，也不是智慧哦。本来那个是你是反向哦，本来是阮甲你报，即马是恁甲阮报啊。有了我们这个功能哦，110跟119嫁接就是也有这个功能，我们就是透过。没有，我知道你们1910是我们当事者，我们看到的人目击者在报案。我要的是说，你把这个讯息给彰化的人知道，这会较好未？会当未？会更好。啊？会啦，会更好。会更好。是。那馆长，你啥子？馆长，拍摄啦，我你认为我拄啊讲的安尼，我报告安尼，你认为咱彰化县会使首创未？你啥子？李局长，请坐。那会使是你着实施吼，彰化县第一个县长实施吼，咱民众知影讲倒位有抢劫啦，倒位有啥物，你认为这个功能好不好？是毋是县长你会使讲？两位县长好。主席回答赖院的问题吼。有关我们119跟110能够互通，这是我们全国所创的，好，这样第一个可以提升到这个报案率的效率，好，那可以促进这个可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那至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实施，很多的县市都来跟我们学习。那刚刚议员
要加强的部分呢、啊，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再来警政跟消防，我们再来研究，像是不是能够来互相来整合。我也想说，每次风台大水的时候，馆长你嘛拢带来，搁一起做管制一下吼。有时候半夜你们都还在那边值班，真正是足辛苦的。啊，我建议的是讲，咱是不是甲咱这个救灾的工人，倒位有发生危险，倒位唔通通过，倒位有抢案，甲咱彰化县的县民讲，凡是安尼，阮大家拢是你，咱的警察、消防的县民，会使抓到歹匪、歹徒。反正救到人犯的救到人质也不一定。这个、那县长你认为呢？这个意见很好、哦、那我们也一直在推动建置彰化县要建置10000支的路口的监视器。我知道。那我们要布下天罗地网，自然无死角。那我们这个监视器不仅是警察要用，其实如果说在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系统也交给消防来使用。好、哦，哪个地方，如果这个路口哪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倒塌，或者是红绿灯坏了，或者是路树倒塌影响到交通，这个消防局也可以来用，在很快的时间能够把这些妨碍交通的一些故障能够把它排除是没有错。可是那是你们要自己用的时候，我们民众一般消费者不知道，譬如说倒一条路的路，树啊倒落去。如果咱若是用这方式共通知的时光，啊，倒一条路落。我们可以，我们这样子。对，这也是我们刚刚议员讲这个数位的建设，我们也可以做用这样子，能够用 APP 直接传到民众的手机也可以哈。这个我们这个有些东西有些技术的问题，好，那网络的整合问题或者是经费问题，既然依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先进的看法，我们来研究了，好不好？我想说，这个应该是让民众最第一对很好的意见在哪里。反而我们可以帮警察局看到歹徒啦什么那些，看到车号的时候马上连线，马上拨，这样子对我们的彰化的治安或是消防或是任何好，我们来研究哈。县长，你请坐哈，谢谢，谢谢哈。然后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现场的市政报告里面有31页哈，啊第二行哈，老旧的校舍的整建哈，这咱104年到106年，咱总共都开7亿9800万3050块哈，啊咱去年是已经有甲和平高中等7个校完成工程发包哈。咱嘛，干那何必讲中顶吼高个校都已经有开3万，哎3亿2298万7000块吼。我知影讲吼，你像讲预计今年完成吼，而且建筑的遴选、校舍重建总投入金额是11亿啦吼。我知影讲咱的馆长，咱讲馆长拢会顾这个囡仔吼，人讲吼穷不能穷教育啦吼，啊苦不能苦小孩啦吼，啊这咱有开11亿伫咱一间5间学校安尼吼，何必高中嘛有嘛吼，所以我也是各管在迄个问题吼，教育处长，何必高中的是我顶几工顶一个会期吼，临时会是有问嘛吼，何必高中吼文二中，啊你这都已经内面够整治，够开遮侪钱呀，包括何必高中今嘛嘛要搁咧起呀，校长甲我讲吼。讲明年都得完成，因咱即马有一挂囡仔读册是读伫地下室，地下室佫有家长咧反映讲吼，地下室惊吼湿气较重，刷落去佫有蚊啊足侪。啊，校长嘛已经有甲我回答讲吼，啊，伊迄有要做一个纱窗啦吼，伊讲无隔音佫不好，外面咧打球，啊，里面拢听地下室内面拢听，伊拢无法度静落来读册遮。好，啊，咱会当咧去解讲是因为咱要起新的教室，所以咱旧的教室改卡掉，无够教。教室，所以读伫地下室遮，家长甲因解释，因嘛听会落。我请问吼，咱既然开遐侪钱吼，包括何美高中嘛已经搁咧重建啊，对无？重建嘛建了，我相信伊本校内面、本校里面一定不错。那最近我送，不是最近，去年的台风到现在吼，我送何美高中有上一案吼，垒球场迄边，对无？迄厝顶迄拢塌落去，便所遐拢歹去，啊，电费拢袂倒，敢若有100万。啊，你也答应说要整修，因为遐吼每一届拜六礼拜
偌济囡仔伫遐，偌济台湾人伫遐咧运动，有运动才有健康的身体。啊，我请问你遐也要整修，啊也要搁听讲要搁起十二间教室，要互教育的去，迄个体育去用。啊，你安敢袂互相矛盾？啊，即马少子化，我又搁讲着济。啊，少子化，你敢有需要搁起十二间教室，搁开一亿五千外万去伫遐，有需要吗？请你回答嘞，你这一百几万只嘞迫在眉睫，需要落去做，啊，你有要做无？你应该你甲我讲有要做嘛，因为遐影响着遐济人嘛。啊，未来这十一间教室、十几间教室者，一亿五千万者，你真正有要去吗？好，针对主席，请邓市长回答。好，主席，然后跟赖议员报告哈。有关于刚刚那个屋顶有一些比较需要，急迫需要处理的部分，我们会后会马上来了解跟处理哈。那至于那个和米第二校区的部分，目前我们会考量，未来哈学校五年的班级数的变化，再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啊，我就跟你讲吼，你若要去伫遐时，到时读册是要叫老师去遐教，还是叫囡仔一天行三公里，往回都六公里呀？啊，是要读什么册？啊，要教什么？这你要从长考量。啊，你唔好安尼凊彩讲讲的，啊，我安尼问问的尔，大家就讲什么？去套一个五千外万，通来去学偌千米，家己剁掉。我较敖，我套都套袂赴啊！我是要怎甲遐经费剁掉？啊，你嘛还有一个稍微有一个眉目才通讲一亿五千外万呢。我听讲设计费都要开四百万，啊，在一间教室搁遐开遐钱，你袂感觉讲遐来四百万底下做甲完善呢？好遐人，好遐许多，还有遐长者啦，遐成年人啦，遐学生底下运动，那不是更好吗？到有需要过去是少子化，去那做蚊仔馆，那是真正哦，足可惜，不是浪费公帑而已哦，对不？不好的政策哈、哦，比贪污更严重，你也知哦哈、哦。那你跟我承诺那个那一些要整修的那些，你有要征收不？那边我们会马上来处理。一百多万那个，一百多万小小的钱可以让发挥更大的功能，是不是？你爱跟征收，一亿五千外万嘿。后摆迄毋知几年后个代志，咱先解拨下，先甲遮用好，大家嘛对咱馆长做感激个，讲遐有一个所在，互因运动，互因拍球，你认为咧？好，谢谢议员的建议嘿。那你一百多万那个是会赶快去，因为从去年台风到现在，六月份到现在都还没有整修。我刚刚讲遐囡仔发生危险吼，对咱嘛教育嘛是无好啦，是毋是安尼吼？好，你搁请坐一下吼，我搁最后一个问题吼，我问一下消防一下吼，咱消防咱我看到讲咱新建这个是七十页的第七项吼，新建本县消防局厅舍在提升为民服务的效能吼。我知影讲咱河尾区吼，河尾区吼消防这边敢那有欠发讲吼，搁分队啦，因为敢那咱河尾分队吼。一间啊，囝，哇！啊，我唔知影讲，即卖遐个分队遐呐饮酒，大家拢甲咱踢笑吼，遐咱地势足低，每一届有风台大水来讲吼，迄个或者唔是消防车啦，迄船啊，迄个过的迄、那個、叫做啥气垫船，爱先伫咱消防的遐爱先用，因为遐地势足低。啊，不管怎样，我知道说我们现在消防很欠缺的是不是要搁第二个分队？对吧？啊，第二个分队，我知影讲恁嘛做积极的，伫咧找人，人队长嘛会介绍啊。但是恁去看的时候就凊彩招者就去啊。啊，东区的议员也无拢无甲阮讲者啊。其实阮嘛做重视咱这个问题啊。应该东区总通知一个，甲通知嘛敢那六个尔，啊，就静静的啊，无通知，阮拢去用告知，阮才知影。其实唔知人叫是阮无关心，阮嘛足关心灾区的代志，对吧？局长，你认为第二？第二个消防队，你的地点找到了吗？有要买无？啊，要买伫倒？啊，是要用什么钱落买？经费要伊倒来？局长，请消防局李局长回答。啊，谢谢主席啊，还有谢谢赖议员哦，对我们和美哦那个地下驻地那个厅舍哈那个土地的那个问题哦的关心了哈。这个，我先跟赖员自称一下，就是我们有关我们前一次哦，那个洪立伟哈，跟我们争取，就是在教育部。你们去看了那个有眉目了吗？那一个地点是现在是因为那个是水产用地哦，教育部是说要
经过他们教育部的一个水产基金会。啊，人店长讲要甲恁介绍几啊地啊，恁若无爱去看卖一下，凡说啊产权拢无问题，才唔去看。你看迄拢无问，有问题才确确看。啊，我听讲迄地要爱偌济钱，学生地迄地边啊，若要买，要爱搁开几千万，恁敢有迄几千万通买？水产用地是要有偿架构啦，没有有偿，没有办法，就是要是、啊、要跟他买这个。你们去看的那个啊，迄阵你也未做决定位吼。你的前任去看的那个是有偿的，就对了。有偿的，对对对，对吧？是。啊，你即马迄地认为安那？即马伊承受啊，你咪爱甲我讲，迄地是有看了有效啊。即马伊咧水产用地、水产基金会还在评估啦。啊，如果结论的话，再跟议员报告。是，你不要跟我一个人报告。是，全部报告的。那当区很重要的事情，你要跟那当区的六个议员，然后是够定定样嘛，做关心咩啊？你安共跳过，搁人过，我感觉对地方着做无尊重的啊。改进啊，改进。所有钱个、所有问题，拢也是啊，无分党派，大家来共同承担，共同来家拍拼啊。啊，你若分分的安尼，啊，阮这小喽啰要安那，大家拢是拢唔知，拢最后一个人知道。啊，谁理我们？啊，民众问的时候，问到的时候，我们一头雾水。没有那个特定推销，没有太关心。我们改进了，改进了，下次干啥呢嘞？下次不要这样情形。所以后摆你若讲东区的，当然不是干那河尾区啦，咱有分到八个分局区。你若做啥物东区的建设，照你讲是爱无分党派，我相信无分党派的议员，大家拢真针对讲，恁要做的只要有意义的，大家拢会全力支持。阿妈跳过人过，跳过人过安尼，安尼感觉恁的感觉，感觉安尼较好吗？啊是啊是，故意要搞说明。不分党派了，是是是。啊，我讲的你够认同。有啦，是认同。有认同吼，啊，你有认为讲安像安尼去看安尼啊，跳过过人过安尼不对。我们改进，改进。我会改进吼，后摆你卖给我发现讲爱个跳过人过啊，人家要不要去是人家一回事，可是你连通知都不通知，你公部门安尼做的不对啊，对不？不能分党派啊，大家我相信啦，你讲要伫何必个买一块吼要？土地要做消防的消防队的第二个分队啊，每个人都同意啊。但是恁爱看迄个地点哪好诶，啊，搁好用诶，对无？大家拢无意见啊。啊，你干那无爱互阮知？啊，阮是要哪去来背书？对无？第一个有意见的，就一定会讲啊嘛，对无？会当未？以后不分党派，有重要重措施，就给当区的议员知道，是好不好？是。以上好，谢谢。局长，请坐。继续请陈秋荣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县长、各科室主管哈，还有议员同仁哈，大家午安哈。针对于那营养午餐哈，着收20元的那个政策哈，我现在要了解说哈，本席要了解说，目前有多少对象哈？吃免钱的，请咱教育处哈，处长回答。请教育处邓市长回答。谢谢主席。回答陈议员的问题哈。目前我们彰化县政府在补助营养午餐的部分，在全国是排名第三哈，定额补助20元是排名第三，那仅次于南投。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在营养午餐的政策上，我们的思维是这样，就是说有能力的，我们负担简单负担一部分；有需要的，政府全额来补助。那目前我们目前查得的资料，全额补助的学生哈，大概是25000人，那大概花费我们大概1亿050万左右。对象呢？对象是不是有哪几种对象不用钱？基本的就是说他是。低收入跟中低收入，然后另外一类是由我们导师哦认定他需要补助的，那总共有9类，那包括原住民啊、新住民或家庭有重大变故的，或者是特殊境遇、隔代教养、生障，或者是家庭经济不佳或不稳定者，所以这9类事实上涵盖的需要补助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就是讲吼，目前有吃免钱的，就是有25000外的人，啊，拢种新办的对象有九种的对象，是不是安尼？嘿，是没有错。好，啊，过来我请教一下吼，那个魏县长吼，他为了说吼，好咱的老师学生吼，有咱的优良优质的教学的环境吼，咱即卖目前咱说起来营养午餐，拢总起偌济教室，修理偌济厕所。危险的那个校舍，跟议员报告，我们每年现在定额补助20元完之后，
我们节省的整间学校的经费，将近4亿元。那我们大概是花在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设备，这个钱大概是1.5亿左右。那包括我们花在我们对于学校的体育场馆的整修跟跑道跟体那个运动器材的整修部分，大概是1.35亿。那另外包括我们很注重学校的安全，包括硬体的耐震补强，除了配合教育部的政策之外，我们自己每年大概也是大概5000万左右的一个配合管跟整修的经费。另外就是校园安全的围篱的部分，大概是1600多万。那我们很重视刚刚所提的数位教室，包括我们的图书馆的书府阅读，这个大概都是各2000万。大概我们的钱大概是花费在这个地方。那事实上这一笔钱将近4亿元，对我们整个彰化县校园的一个建设有固定的金额，而且我们是逐步逐年的依照学校的需求，依据它的整体规划排列它的优先顺序，这样的一个固定的金额对学校的整间经费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整间经费呢，对未来彰化的校园呢，如果能够这样逐步的实施的话，对我们的彰化县的校园会有很大的帮助。以上。所以哈，我一些了解哈，希望讲哈，咱教育处哈，咱爱怎样讲哈，爱咱的小孩子穷，未使穷教育，你知无？是。我希望讲哈，咱对教育对囡仔。爱多用多一点心来栽培他们。好，以上你先坐下。好，谢谢。再来就是讲吼，咱对于65岁吼，咱的宪政报告内底第47页吼，对65岁以上的老人食药的编定，目前是不是一年两亿？主席，请社会处黄市长回答。主席，谢谢那个邱龙议员对我们老人假牙的一个关心。我们104年我们是6500万，然后105年是2亿，今年也是2亿。这样目前有多少老就是那个老人受到补助？我们对104年开始到现在有12900个长辈接受我们受惠，等于是我们全口假牙的补助。还有多少长辈他有申请，还没有补助，还在排队的。咱今年多，咱也多也有哈。咱去年哈，咱有1948是候补的哈。咱3月开始到今麦有2525个人申请，今麦到5月尔嘛哈。所以我们106年度，咱今年都有4400，到目前为止有4473人有申请哈。所以咱两亿个也多，目前今年是要有诶。所以这4000万应该今年拢有法度补助到。有，可以哈、可以。好，安尼很好，你请坐。好，谢谢。过来，主席哈，过来哈，我先请教一下哈，就是有关于哈，咱即摆咱的国中、国小，咱的尿液检查，相信咱补助冇看过哈。咱的花莲县哈，咱的花莲县政府嘛过来咱县政府，咱彰化县政府在取经啦哈。这方面就是尿，以这个毒品的泛滥哈，对咱的囡仔伤害，对家庭的伤害真大哈。啊，唔知这个政策哈，唔知当时开始实施，我请教一下咱警察局局长。请警察局杨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议员。请问议员，您的重点是？尿液衰检，那目前当时有法度实施。尿液衰检，目前我们做的只有说那个前科犯，要需要做这一部分。血统这部分要经过他们同意才可以。啊，目前现在有在签署了吗？现在还没有。没有。是校园的这一部分不是我们主动在做的。是教育处吗？不是我们。麻烦邓处长。谢谢。那杨局长，请坐，请教一次邓处长回答。主席回答陈议员的问题哈。经过我们了解，现在的毒品哈，它的样态越来越多样，
而且很多都是混充成像是糖果或者是咖啡包，或者是像小朋友很喜欢吃的一些果香糖啊，类似这种很容易吸引他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整个经过我们的研究哈，目前有尝试有碰到一些轻微毒品的年龄是逐步的在下降，所以今年我们的政策的规划哈，希望能够扩大尿筛。那原本尿筛那五类人员哦，他一定是说有经过刑事责任，或者说他有中错，或者说有疑虑的，经过校方认为有危险的才能够经过，才能够来采取尿液。那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尿液的筛检，是希望能够突破说，如果有家长同意的话，就能把他的子女的一个同意书拿来，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做一个尿液的筛检。其实目的希望说提早了解，也提早说预防学生是不是有，因为不小心而去尝试到轻微那个毒品的一个疑虑。所以一起这学期就要花那个就是调查表吗？对，我们在今年的九月规划，今年的九月我们就会扩大来实施。对，是。好，这样我分析了解了，你请坐。好，谢谢。再来哈，本身再请教一个问题哈，关于就是咱哈高铁连外道路哈，目前哈唔知当时有法多通车，咱公务处。请公务处林市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我们陈议员对高铁连外道路的关心哈。那高铁连外道路我们在去年重新发包之后，现在分成两个标案在进行哈。那目前两个标案进度都超前哈，我们有信心在今年一定会通车。都完工了。我们预定的工期是到十一月啦，可是我们会提前啦，我们是想办法要让厂商积极转赶。本席哈希望尽速哈完成哈，因为有法度带动哈咱高铁咱的客定区哈周边的土地哈，因为我知影讲遐目前即马就是讲周边的土地哈，唔在招标量哈，它的那个进度情形哈，我赶忙请教一下咱地政处，请地政处刘处长回答。多谢主席，那个议员回答吼，最近有卖啊，阮拢总共已经卖二十几页个。我听讲报纸有刊吼，关于咱漳基吼，有去标一地是毋是安尼？伊是有来标。有没有标？报纸是有安尼讲，伊要标嘛，因为他希望说在偏远的要照顾一些偏远的，就是咱的民众，是毋是有去标？伊有来投标，啊，因为还佫报着即个卫福部的一挂手续。啊，咱管政府这边正有咧斗三工无？管府这方面的时阵，对着伊标受了的相关的停事，拢咧较关心。所以吼，你请坐。我是希望讲吼，周边的土地吼，高铁吼，因为吼，我希望讲有较侪人去坐，所以周边的土地唔只有法多讲吼顺利来标出去。后来就是咱的高铁连外道路尽速把它完工，好，整个周边的配备和设备尽速的把它哈，就是讲有法度啊处理啊完成，对咱整个彰化、南彰化哈的架构哈，发展是真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希望讲哈，本身希望讲咱规个管建户、咱的团队，大家各处室拢爱互相的配合，大家的努力哈。看哈多将咱哈带动咱整个彰化县的发展，应该有没有问题？没有，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我请如果说有问题的，请举手。啊，就是没问题。好，安尼好，安以上谢谢主席。继续请萧文雄、萧议员发言。我们主席，我们馆长以及馆副所有一级主管以及我们议会所有一级主管以及我们议会我们所有同仁以及我们现场所有我们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午安，大家好。对我们这个馆长这个施政报告的第十三页嘛是咱这个河尾大桥，讲要对咱这个大渡溪吼，大渡过来河尾这版的河尾大桥吼，
啊，我是按你讲啦吼，馆长，我会记你头一年吼，你对何美承诺啊的证件啦吼，何美吼何美大桥，过来就是何美教育园园区，就是咱地方的建设。第三是咱何美啊，这个人口增加要来升级的问题啦吼。但是即马春年过啦吼。但是人口增加，这是无话讲啦。我嘛，同你讲，你若连任了，第八年若有才调人升格，就算阿弥陀佛啦啦，就算真厉害啊啦吼。但是大桥啦吼，咱这个大桥，我听还是讲，咱这个中央和台中市做主体啦，所以伊要过来唔过来，可能就爱阁因。台中市做做的，若出头看通对咱彰化过来话，我相信这个河尾大桥是毋是咱县长有需要过来加强一下，有需要过来录一下，因为你河尾要升格嘛是牵涉到这个大桥啦，哦，主宰嘛在咧讲，咱这个大桥若做了后，有可能台中市的人口会赶一寡过来河尾，那要增加人口来升格才有机会啦，吼、哦！啊，若无要照起嘛，啊，咱这个人口数何必也阁算还好啦，吼、哦！拢每年要咧增加啦，吼、哦！所以是较侪年尔啦，我那赶快来升格啦，吼、哦！啊，过来咱这个教育无奈园区，吼、哦，这馆长你嘛是有伫咧讲，你去到何必？你认为讲何必？你看我小那那无建设，你的想象中。河尾甲园林应该是差一丝啦，但是若要照比率啦，应该无十分之一啦。哦，河尾所有的建设啦，哦，会使讲无园林的十分之一啦。我嘛敢安尼讲啦，安那讲，连彰化市都去园林录过啊啦。哦，啊你拄着你还阁算还好啦。哦，讲一句无水啊，我定讲一句话啦，要做工会馆长。咱爱支持，阮何美人做三届馆长，何美连一个建设都无啦。这会使讲何美区的议员，是毋是爱阁加强，爱阁检讨？一个何美，到目前九万多人准备要升格啊，连一个公共设施都无啦。哦，我相信馆长，你有想要做？你无哪来讲的？你较有想要对北彰化来加强，所以你定去河尾伫咧行，伫河尾伫咧看，你嘛一直要从河尾来做好。吼、哦，我伫遮嘛期待啦，吼、哦，期待馆长，你对阮北彰化，对阮河尾，希望搁较加强的。春年我，吼、哦，我伫河尾，我嘛拢安尼讲啦。要做工会的馆长，咱就来支持。我嘛真希望你会当认领，何美看会当改变袂啦。若无甲何美就对啦，甲目前啦，是完全无半项建设啦。哦，这是我啊上任做议员才知影讲，所有的建设是馆长上最主要一个主宰者。你馆长若要做，何美有机会；你若唔做，何美绝对无机会，哦，像我拄仔咧讲的，何美人做过三届馆长啦，何美无做半项建设啦，哦，直接我敢安尼讲，哦，啊，过来咱十五爷，哦，你讲啊，你个前瞻性，哦，你讲这个绿线要来甲彰化，我会记你啦吼，我头一届做代表的时阵，这个案都已经有伫咧行，有伫咧讲。包括阮所有何美的乡，阮何美镇长、何美主席，包括何美所有的代表，嘛来甲彰化市，咱这个台化北顶，较早遐一块派地啊场啦，哦，一块派地啊足大地，写一挂迄个毋知啥物字，我袂晓啊，反正规地乌嘎嘎，做派地啊应该敲掉嘛，哦，较早是伫遐咧会勘，就是讲咱的绿线的站，就是要通过来遐嘛，哦。这会使讲七八年前都有这个案，那我嘛
有伫议会讲过，咱这个捷运，既然台中市都有法度人做到乌日，吼、哦，馆长你都来争取到台化咯。那会记哩，鹿港，吼、哦，鹿港伫咱彰化，伫咱彰化县。后壁看上好就是鹿港这个所在啦，吼、哦，包括到目前哦，一年的乡客啦，会使讲几落百万人啦，吼、哦。但是啊，你伫彰化市这条绿线，如果那是要去到鹿港，绝对要经过河尾。安那讲，河尾即摆已经是彰化县上大镇，你有机会，吼、哦，通好来未来到彰化，有机会通去到鹿港。我嘛真希望啦吼，下当来对河尾过啦，因为河尾是完全无一个铁基咯吼。你讲彰化市，你南彰也阁有高铁，吼，也有咱的台铁，通好来优线。咱河尾这边是完全无啦吼，所以伫遮我嘛再次来呼吁馆长啦吼，你这条绿线，伫咱这个吼，伫咱这个前瞻计划。8800亿，我嘛希望你当认为哩，你去来建议，咱干洛港这个线绝对是爱做，唔通无做，吼、哦，这是一部分。啊，过来一部分，前头一届我有第一代你讲，咱这个美港公路，美港公路的高计划是安怎？恁的中央前瞻计划一定爱做双，好做双轨。别项建设敢袂使做？有一份报告我看有着，吼、哦，迄时阵有咧批评的是讲，恁的董事长是恁民进党咧做，所以这间工厂开落去啊，一定爱有销路嘛，产品一定爱有通销嘛，所以恁才一直做这个双轨工会。我是按你讲啦，8000几亿，敢那是5000几亿要来做双轨啦。哦，这个比例是有较悬啦。哦，而且我是建议安尼啦，咱一挂地方的建设，既然无怎做，哦，像我咧讲的美港公路的高计划，20几亿，每年咱已经会勘两年过啊啦。哦，两年的公文，交通部回答，就是讲哦，做这个高计划是无迄个经济效益啦。你甲想啦哈，管你话。江滨、鹿港，吼、哦，这两片工业区，你今仔日美港公路如果若高计划，这两片的工业区，这么大片的工业区，底下好做无经济效益吗？你鹿港，吼、哦，要来鹿港，嘛是同款对江滨这个沿海这条，吼、哦，你讲17线好。因高因工业区内底的工业道路也好，绝对嘛是爱弄起来，甲美港公路要去离高再方便，是啥都无经济效益。自底常常发生车祸，碰死人，迄卖讲啦，吼、哦，你嘛讲一句话啦，性命是比啥物较重要。但是恁的中央和咱的回答的公文，或者无经济效率也唔免做。啊！既然啊，恁有这个前瞻计划8800亿，我是伫遮来建议馆长啦。吼、哦，你我知影你真认真，逐礼拜拢一定去中央去咧讨钱。我是希望你啦，吼、哦，每港公路高架化，吼、哦，过来就是这条绿线下当去到鹿港，这是咱彰化县所需要。啊！一大案，我是希望讲，这两条你绝对唔通来闹交。过来，搁一条，啊，咱这个嘉庆路，吼、哦，嘉庆路现主时，去年是通来到咱这个河江路。那河江路，去年你会记哩？咱去15张落来会勘到残尾排水的时阵，我有甲你讲，河江路若直接通到17线，吼、哦。就是咱去咧会勘的迄条残尾排水，那你有当问讲，如果美港的如果嘉庆路做到17线，这
条的土地爱征收无？我有去地政台咧查了啊，是完全总是参买排水相平的河岸，唔免征收。那唔免征收，吼、哦，这条，吼、哦，咱这条嘉庆路，哪有法度对河，对咱这个河港路直接开到十七线？第一，成本搁道理。起来，所有河尾、吼、哦、北中化啊，这个交通网，会使讲是完全直拍会通。尤其咱江滨、吼、哦、鹿港江滨、陕西江滨，咱这两片的工业区，所爱出入的，就是我咧讲的这两条上界重要这两条吼交通道路。所以，那既然你这个前瞻计划，有这条八千八百亿啦吼，我是希望你啦吼，嘉庆路、丽江公路吼，过来就是双轨的绿线，这三条大案啦吼，我希望你吼，啊，馆长是毋是有法度去中央来向这个八千八百亿这个钱来讨？你看有机会啊无？咱请馆长。把咱做一个答复，吼，请主席拜托。请魏县长说明。啊，主席回答萧院的问题。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有城乡建设十大幸福工程。刚刚你所讲的这么多的计划，我们会在这里哈尽速提案。哦，我是讲，我是安尼讲啦，因为这是咱北中化。上重要的哦是这两条，哦我顶届咱去年去十五张雷去会勘传媒排水，你有人问讲，如果土地那边征收会较紧，但是一条是完全水利会高，相平一条传媒排水足化嘛，咱原有吼即马有通的嘛是赶快照一条交换做出来，哦所以这条车馆长吼这两个案，哦因为太侪钱的吼。哦这条咱对八千八百亿个来讨，是毋是有机会？吼、哦，咱请馆长请坐啦吼。啊，过来我搁一点，我搁请教你一下啦吼、哦。因为咱北疆吼，拄、哦、则是讲鹿港个江滨甲陕西江滨个问题，即马过来全兴工业区个问题吼、哦。全兴工业区就是咱即个美港公路对离岛要去大中港，要未来。全兴工业区上界重要，就是咱中心路发生车祸，真接，过来就塞车的问题，才是大。那你一再吼、哦、有伫咧讲，要将咱这个大道开花，就是咱全兴工业区的外环道路，吼、哦、外围就是咱大道开花南花这条的扩宽案。那去年，我会记去年第二届会勘的时阵，阮迄区的王吼、哦、王立伟、王惠美立伟，伊伫遐嘛爱讲啊，我对中央讨六千万，是你县政府无爱做。我想想唔对咧，县长是真想要将咱河尾来建设个好，将咱北疆建设个好，是安怎中央有通讨六千万？那你若无爱做，咱县长若无爱做，再予地方，吼、哦，我咧讲诶，美港公路常常发生车祸，就是拢跩大班车搞着嘛。过来要我来中心路要去转兴，是安怎？你上下班时间拜托再去来看嘛咧？是塞甲人要上班拢袂赴，吼、哦！我请县长你答复者，你顶届嘛是讲你有去中央讨。但是王惠美讲又讨六千万要来做啊，是啊，咱县长有爱做，请县长答复者。请魏县长说明。拜托。啊，主席哈，第二次回答小远的问题。这个黄兴道路啊，哈，在我当第八届立委的时候，当交通委员会召委的时候，我就邀请交通部的部长，那时候是叶匡时。好，来到这个地方，那水利署我也有邀请他来，然后到时候那时候有做成决议，就是要由这个因为是防汛道路，好、哦、由
水利署来做全额的这个负担哈。那那时候有做这样决议，但是拖得很久，拖了很久。那个以前那个王署长，他就是要就是用黄姓道路的这样的一个经费拨给我们彰化县政府来做，但是我们认为说不行，要提升到一般道路的经费，就是因为这样子卡住了，那目前呢、因为署长换人，换现在这个赖署长，所以很容易沟通。我们跟他讲，你把黄姓道路修到一般道路的等级，然后交给我们彰化县政府来管，那我们来养护。他说 OK， 那我们提出来就是要1亿，我们自己县政府出了2亿，所以因为我们最近定案了，我们有三个立委也去现场看了，所以目前水利署他要改善两个瓶颈，就是比较窄的部分，他要来他们自己来做，然后拓宽的部分，黄姓道路的部分，他就给我们1亿，然后我们彰化县政府配合2000万，总共的金额就是1亿2000万，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透过，因为是新的署长，他是信赖，他是大村人，所以大家都是旧事，所以我们目前跟他争取到1亿的经费，不是你刚刚所讲的那个王委员他这样的所指，是我们争取的。那我们希望提升到一般的道路的时候，因为大台车在那搞，你如果说水洋道路，我讲半年就拍了了去，人家说政府偷工减料，其实不是偷工减料，它等级就比较差，所以我们很坚持就是要提升到一般的道路，这样的话这个道路的品质才会提升。好，以上馆长如果这样情书长派人他不会让你连任嘛，所以来创的是半经费让你去补嘛，做不成嘛，现在我这个书长就是有听你嘛，知道你有要做工作嘛，所以规条总给你，你现在剩我，我现在 要知道啦，地方可以说赢就是在说这个案，我现在是说馆长这样啦，你跟纪念说这个案有确定啊、已经确定了、好，当时可以设计，当时可以发包，当时可以完工，好，这个细节你说明一下，好，这个细节我们请公务处处长，好，来那个处长，那个书记处长拜托，请公务处林市长回答。谢谢主席，还有谢谢萧议员对我们那个乌溪那个整个防汛道路的关心。那跟议员报告，陈如刚刚县长已经有提到的，就是说现在整个那个提案道路的部分，水利署第三河川局他现在已经在做两个瓶颈路段的改善，他预计今年年底会完成。那我们为了加速这个工程的进行啊，同步的我们彰化县政府我们现在正在做旁边要拓宽道路保安林地的解边，我们要把它拓宽为10公尺，那涉及到第一个保安林地的解边，第二个就是动物保护区周边的环境调查，那这两个案子我们现在正在做，如果这两个案子都做完之后，我们后续就可以进行工程的施工发包。现在是重点啦，百姓未了解衰啦，你现在先自己评估看看，今年到年底发包会到未？百姓是要知影讲你当时要做，你现在你无讲，譬如讲，你现在就做直直做，前期动作直直做。做到明年，做到馆长选了啊，才讲要来空，就是后班是别人讨的，不是馆长讨的，你了无？百姓唔知影咱的公家机关工作是爱安怎做嘛？伊拢像你讲的讲，我即马讨到要戆咪哩，听下来要施工，人等一个久等袂住啊，换个找别个人来嘛，结果一个月就做啊，你看。我找什么人一个月就完成，那一条一万的钱啦，够可能像我咧讲的，即马伫讲到尾啊，管理都搁选了啊，有连任无连任，我唔知，但是人讲啊，迄毋是管理做的啦，迄是人即马什么人讨的啦，我即马是讲你来说明，就讲照咱的定数，莫真离谱，当时
有法度人评估完成，当时有法度人去发包，那这条路一定偌久做较好，吼、哦，你先大概说明一下就好。跟议员报告好，我们整段道路我们已经设计完成了，好，我们彰化县政府公务处这边已经把整段道路将近五公里多，我们都设计完了。那现在就是因为涉及到保安林地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同步在进行，我们希望今年年底能够获得，因为那个要报农委会林务局，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尊重中央意见，我们在今年一定会把它这个工作做完成，后续我们就来办理发包。给你发包会对不对？你咧？我就讲，搁这个保安林地，给我一寡时间改款，因为我报，我只要中央一核定，我就可以发包了，啊、我也可以先发包，对对 对, 對。中央呐，有要过关的，我相信你也做真紧啦，因为第一这条路，每年呐做会成，我来讲，新港线西，跩票绝对关掉的啦。阿拉讲，好，我们会努力。这已经有全兴工业区，前有美港公路开了后，就是一粒瘤嘛，无人解决嘛。是不是呢？有，我们变双机嘛，是咧差这条尔嘛。有，县长也有邀请我们的立委协助，加强一下，看会当伫年底发包，明年因为一条路，一条门一年啦，哦，做番好未啦，好不？好，我们努力。好，先安尼啦，吼啊，听下，好，咱的小组那个讲啦，吼，来迄个书记，感谢吼。各位议员、议员同仁，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等一下由史密斯长主持宪政执行，顺序抽签。明天的议程是上次大会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及106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整预算编制情形报告。明天早上10:30开会，散会。